霸天武魂第两千二百八十一章：冷漠的大门派，热心的林若仙、凌霄和冯欢、王成暂时分开。除了魔影门的规定之外，按照凌霄的安排，各自的任务也有所不同。凌霄会专心对付魔影门的高手，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而冯欢和王成则专心救人。不过，考虑到魔影门会派出一个堂主去对付冯欢和王成，所以凌霄才会询问。 他们两个是不是能灭掉一个堂主？这很关键。如果灭不了，那这个计划就无法实施。凌霄要做的就是拦住其他人，不让更多的高手去对付冯欢和王成。林少侠，小心！冯欢和王成点了点头。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凌霄会是那些人的对手，所以他们一定要尽快救出林娇娇和他们的女儿。这样的话，凌霄就可以选择逃走。 以凌霄的实力以及那诡异的传送阵，逃走应该问题不大。至于毁掉魔影门的吸血计，他们是连想都不敢想了。除非八仙山和天风团的人真得可以出手帮忙。然而，他们其实很清楚的，不管是天风团还是八仙山，都不可能听信王鹏的一面之词。此时的王鹏已经被天风团直接轰了出来，脸上还被抽了一巴掌，嘴角有嫣红的血迹。 你们算什么名门大派？八仙郡城危难在即，你们居然什么都不打算做！滚！再不滚，杀你！天风团的舞者一脚踹飞了王鹏，倒地的王鹏想要拼命，可是转念一想，自己还不能死。天风团不愿意出手，搞不好有陈无言的原因，那就去找八仙山的人。然而到了八仙山，情况几乎一模一样，可怜的王鹏又挨了一顿胖揍。 被打得身负重伤，亏得林若仙出手，才将他救了下来。林若仙听了王鹏的话，虽然也有些怀疑，但他还是打算将此事汇报给宗门。当然，王鹏没有提及凌霄，因为这是秘密，他不想泄露。只可惜林若仙的汇报依旧是被宗门束之高阁，根本没有当回事儿。说是研究，却完全没有关心的意思。林少侠也是八仙山的弟子。 可是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王鹏因为懊恼，一时没忍住，嘀咕了一句：“你刚刚说林少侠？”林若仙问道：“没有，我没说什么林少侠。既然你们八仙山见死不救，那就等着倒霉吧。或许八仙山和天风团不会出事儿，但你们在八仙郡城的人却都会遭殃的。”王鹏愤怒的说道：“跟我来。”林若仙提起王鹏。 直接前往了八仙郡城郡守府，找到了林园，让王鹏把情况陈述了一遍。口说无凭，就算本官相信你，但也无法凭着你的这番话去说服林家其他人，更无法说服那些当兵的。林园叹了口气道：“如果能够让外面的人直接看到地下的景象就好了，如此一来，怕是天风团和八仙山也不得不出手了。”听到这话，林若仙顿时眼前一亮道。 好办法，这个事儿林叔叔就行。他所说的林叔叔，正是林风元，天龙商行在八仙郡城的掌柜。天龙商行曾面向整个玄武大陆直播过各项武道会的赛事，设备肯定是不会缺的。林风元告诉林若仙说，因为夜人的城池里没有元素塔，无法传播信号，必须得有一人冒险潜入地下进行直播，佩戴可移动的小型元素塔就可以了。 我去，林若仙知道王鹏口中的林少侠就是凌霄，他怎么可能会让凌霄一人在那里冒险呢？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这才是朋友之间该做的事情。他只要能够将地下的事情直播出来，就等于是帮了凌霄的大忙了。到时候在舆论的影响之下，八仙山和天风团将不得不行动起来。外面发生的事儿，凌霄自然并不知晓。 他现在也没有闲心去关心那些，吸血剂已经开始，他的计划也同时开始。虽然计划很完美，但这里面要是出一点点小差错，只怕都会导致林娇娇惨死，甚至连他的小命也得搭上。所以说他此时不紧张，那不可能。只是凌霄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而已，他让自己保持在心如止水的冷静状态之下，这样才能更准确的完成自己的计划。吸血剂。 是我们魔影门最盛大的仪式。这一次，门主以八仙郡城来作为试点，我们绝不能让他老人家失望。现在开始第一项，跪拜门主画像。所谓的门主画像，其实仍然看不清长相，只是裹在黑布中的一个人而已。但魔影门的门徒竟然非常虔诚的跪拜。凌霄装模作样地蹲在了那里，太极眼却在搜寻林娇娇和冯欢夫妇女儿的下落。他既然答应过。 那两人要帮他们找回女儿，就不会言而无信的。由于被捕的武者实在太多，这给凌霄的寻找制造了很大的难题。不过他还是找到了冯欢夫妇的女儿，并且通知那两人前去营救。可是林娇娇的下落却依然未明，找不到林娇娇，凌霄可不敢轻易动手，因为这个时候暴露的话，怕是计划就要功亏一篑了。祭拜结束，所有魔影门门徒都开始祈祷。 他们口中发出一种特殊的导言，这种导言在虚空之中凝聚成了一团血影，而后注入到了吸血大阵之中。凌霄能明显察觉到，吸血大阵正在缓缓启动之中。幸好这种级别的大阵并非那么容易就能搞定的，这也给了凌霄一些机会，让他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找人。太极眼不行，凌霄干脆释放了双子武魂一起寻找，毕竟。 这才是他此次前来的最重要的目的。诸位忠诚的门徒，你们对魔影门的忠诚也必然会得到回报。导言开始，大阵启动，八仙郡城将会彻底成为我们魔影门的天下。陈无言开始兴奋的演讲着，他的话有一种特殊的魔力，竟然让那些门徒变得更加兴奋，就连念诵导言的速度也变快了。随着导言的速度加快。 吸血大阵启动速度也同时加快，凌霄变得更为紧张。林娇娇还未找到，这让他无法安心。林少侠，我们找到了女儿。听她说，有个女孩子被关押在了阵眼之中，就在吸血妖兽的眉心之处。因为那女孩拥有刀剑神皇的血脉，可以让吸血妖兽变得更加强大。就在凌霄愁眉不展的时候，冯欢的声音直接从他脑海中响起。本章完。 霸天武魂第两千二百八十二章：直播地下城郭的魔影狂欢。作者：千里暮尘。冯欢和王成顺利就回了女儿，因为此时所有人的关注点都在吸血剂上，而且魔影门的人也认为奸细都已经被清除了，他们的行动才会变得如此轻松。听到这番话，凌霄恍然大悟，目光骤然看向了自己的脚下。 这里便是阵眼，也是吸血妖兽的头颅所在之处。这吸血妖兽长得仿佛章鱼一般，但是触手却要比章鱼多得多。那张脸也更加恐怖。位于吸血妖兽眉心之处，有一团法阵的光芒，林娇娇就被囚禁在那里。就在这个时候，冯欢和王成也被察觉了。就算这魔影门警惕心再差，那也是有一套监控方式的。冯欢和王成就下女儿之后。 就被发现。一开始，诸位堂主都打算去对付奸细，然而那多疑的魔使却喝令道：“派一位堂主带上人去，其他堂主都留在这里，提防是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听到这话，凌霄顿时松了口气：“你们两个把女儿藏好，然后去救娇娇，我在这边拖住他们。”凌霄以灵魂传音道：“不，林少侠，你听着，你姐姐的情况比较特殊。” 他似乎被法阵禁锢了，而我们夫妇二人都是不懂法阵的，根本没有可能将你妹妹救出来。听我们的，待会儿趁乱，你去救人，我们来当诱饵。我们的女儿和儿子就托付给你了。”冯欢非常冷静的说道，“你是个聪明人，明白我说的没错吧？虽然不愿意承认，但冯欢的话的确是对的。计划必须得改变了。”他深吸了一口气，感念于冯欢夫妇的情谊。 以灵魂传音道：“你们保重，无论如何，你们的女儿和儿子我都会保护好的。还有你们，我说过要一起活着离开，就一定办到。你们不用硬拼，只需拖延时间就行。以你们二人对这里的熟悉程度，再加上魔影门必须得派大量武者镇守吸血大阵这一点，撑一个小时没问题吧？我们尽力吧。至此，计划发生改变，凌霄不再担任诱饵。” 而是要先去救林娇娇，不过他的计划也只是微调而已，并未全盘否决。既然说出了要救人的话，他就不想言而无信。别的人他管不着，也没办法管，但是冯欢、王成，还有他们的女儿以及林娇娇都得活着。愚蠢的老鼠，都到这个时候了，竟然还敢在这里撒野！吸血大阵已经开启，整个八仙郡城都在大阵囊括之中。 甚至就连八仙山和天风团也不会逃过这一劫。一两只老鼠还妄图翻天？魔使冷漠的声音响起，充满了自信与残忍。我知道有些奸细很高明，竟然避过了我的筛查。不过没有用。今天之后，除了魔影门的人之外，其他人都会成为我们饲养的血珠。魔使大人，这好像跟你对我说的不太一样。”陈无言脸色大变道。 陈执是何必惊讶？我答应过不伤陈长生，就不会伤他的。不过天风团别的人跟你没关系吧？魔石冷笑道：“这八仙郡城可是魔影门的试点，如果无法成功，将会影响到魔影门其他地方的吸血剂的。所以我自然要将吸血大阵的范围最大化，威力最大化。你有不同意见吗？”“没有。”仿佛被洗脑一般，陈无言原本还存在的那一丁点质疑。 瞬间就消失没有了，看起来他真得是被这魔使吃的死死的。开启祭坛，以刀剑神皇的神威来协助吸血妖兽完成吸血祭。陈无言的表情再度变得冰冷下来，而后大手一挥，其中一个堂主摁动了某个机关，祭坛升起，吸血妖兽那巨大的头颅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丑陋可憎，但又恐惧无比。 别人都在震惊的看着这头凶悍的妖兽，而凌霄的眼睛却一直盯着妖兽眉心之处的林娇娇。此时的林娇娇已经从昏迷之中清醒过来，看到这恐怖的场面，也是浑身颤抖。他曾经以为自己觉醒了刀剑神皇的武魂，就可以保护家族，可以保护自己最疼爱的弟弟凌霄了。可是灾难却也从那一刻开始了。如今的他。 虽然不知道自己最后的结果会如何，但死亡的可能性极大。陈无言冷冷,冷道：“知道这个女子吗？她叫林娇娇，羽化镇林家的女孩。你们当然不会认识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女人，因为在以前，本执事对她更是不屑一顾。然而就在前不久，她竟然觉醒了刀剑神皇武魂，拥有了整个八仙郡城都无法超越的高贵血脉，比八仙山的八大家族。” 还要高贵，刀剑神皇武魂。外围阴暗的地方，一个女人心中惊呼起来。而与此同时，她所佩戴的小型元素塔也顺利将这里的画面放松到了八仙郡城广场的大屏幕之上。此时此刻，在广场之上，所有人都惊愕的看着画面里的场景。这里便是传闻中魔影门的吸血祭现场，大家看到了吗？ 那就是可怕的吸血妖兽，它将启动吸血大阵，最终将八仙郡城以及方圆数千里的范围内变成魔影门的乐土，所有的武者都会成为他们的血珠，供他们吸血。林若仙低声做着解说，这样的事儿，其实他并非第一次做了，以前八仙郡城的武道大会上，他也做过主持，所以八仙郡城的很多人都认识他。那不是林若仙吗？ 他在干什么？什么魔影门？什么吸血剂？人们还在混乱之中，不知道画面之中到底播放的是什么东西。但很快，他们就清楚了，陈无言亲口说出来的。你们知道吗？在找到这个女孩之前，吸血剂的成功几率只有五成，但是有了她，确切的说，有了她体内的刀剑神皇血脉，这个成功率将瞬间飙升到九成。 基本百分百成功，陈无言兴奋的说道：“不仅如此，吸血大阵的范围也会大幅度扩大。原本我们针对的只是八仙郡城，不过现在就连八仙山和天风团也要被囊括其中。现在你们明白它的作用有多大了吗？而且还不止这些，吸血祭完成之后，所有参加导演的魔影门门徒，半步阴阳境的基本都会晋升三到五个境界。” 有些人会直接突破阴阳境修为，而阴阳境的肯定都会提升一个境界。换句话说，吸血技结束之后，咱们魔影门在八仙郡城将会变成仅次于八仙山和天风团的势力。当然了，前提是八仙山和天风团能够从这一次的吸血季之中存活。哈哈。本章完。霸天武魂第两千二百八十三章：战斗开始。 一切尽在掌握中，陈无言笑得非常疯狂，而下面的魔影门徒也是放肆的呼喊着，如同一群疯狂的邪教徒。尤其对于那些半步阴阳镜十层力量的门徒而言，踏入阴阳镜，那简直就是鲤鱼跃龙门，一步登天，彻底脱胎换骨啊！随即，陈无言又看向凌霄等几个堂主道：“你们劳苦功高，得到的好处自然会更多。” 搞不好很快就会达到三层地狱修为，或者一转阴阳境二层地狱巅峰修为。到了那个时候，你们将会在八仙郡城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就连八仙山和天风团那样的庞然大物，也必须要对你们有所忌惮了。疯狂的一幕再度呈现，几个堂主还有那数万门徒纷纷,纷匍匐在地，大声呼喊：“魔影门千秋万代，门主永生不死！” 统一玄界，成就霸业，这样的内容完全被林若仙直播给了八仙郡城的人。那个是陈无言吧？天风团团长陈长生的小儿子，怎么好像在搞什么邪教仪式啊？不过只是闹着玩吧？咱们八仙郡城可是牢不可破的，就是应该只是闹着玩而已。大多数的民众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把眼前看到的这一切当回事儿，在他们看来。 这只是闹着玩而已，他们都不当回事儿，那些强大的家族和武者就更不会当回事儿了。睁开眼睛的林娇娇绝望的看着这一幕，仿佛寒风之中的一片树叶，无依无靠，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曾经他在危难之际是凌霄救了他，也救了林家，但今天在这地下城郭之中，凌霄不可能知道他出事儿了，而且即便知道了。 他也没有能力来救他，孤苦伶仃的感觉真得不是滋味。尤其是林娇娇觉得自己这个族长太没用了，不仅保护不了林家，甚至还可能会牵连到他最关心的弟弟林霄。在林娇娇看来，魔影门的魔使、执事、堂主都是非常恐怖的人物，是能够通天的存在，是这个世上的绝顶高手。毕竟他不是入世轮回武者，所以这眼界自然是有点低的。 根本不知道在外界还有比这些人强大的多的存在，绝望吗？真得绝望。可林娇娇绝望的并非是自己可能会死，她绝望的是自己到死都无法把魔影门的恐怖告诉给自己的弟弟凌霄，无法让凌霄逃离。这或许是他死前唯一的遗憾了吧。诚然，她也会恐惧，毕竟她只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而已。但恐惧和强烈的思念碰撞的时候。 对凌霄的思念之情占据了上风，他那剧烈颤抖的身体居然渐渐停止了抖动。凌霄单膝跪地，看着林娇娇，心里头却是松了口气。只要林娇娇还活着，他就有办法将其救走。他甚至没有释放出丝毫的杀意，因为他知道动手之前必须得先把林娇娇救下才行。他已经开始在分析那阵法的奥妙，太极眼之中。 奇异的光芒不断闪烁，不过这个时候场面因为非常乱，所以没有人注意到他那黑色斗篷之下的左眼。愤怒无济于事，凌霄很清楚这一点。等救出林娇娇之后，他会让这魔影门的地下城郭化作一片废墟。砰！突然，一具尸体跌落在了高台之上，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那是魔影门的其中一个堂主，而这个堂主。 刚刚才接到命令去处理混进来的老鼠，现在却被杀了，尸体被扔在了高台之上，场面一下子有些死寂。在魔影门如此重要的时刻，居然有人敢直接来打魔影门的脸，可真是够厉害的。一黑一白两道人影在那尸体落地的一瞬间就动手了。冯欢和王成很清楚，只有他们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凌霄才有机会去解救林娇娇，他们的女儿。 已经被藏了起来，但如果吸血剂不能被制止，那么依然免不了一死。所以这一刻，他们是真正拼命厮杀，毫不留手。杀普通弟子，他们觉得影响不大，故而一出手，他们就直接对那些护法出招了。也许是太突然，也许是他们本身的实力就比那些护法厉害，又或者是因为那个堂主的尸体吸引了太多人的注意力。冯欢和王成一次出手。 便诛杀了几乎所有的护法，两人配合之后的招式威力还是非常恐怖的。而此时，他们也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包括林娇娇的注意力。林娇娇抬起头，看着冯欢和王成，无奈叹了口气。这个时候，他的内心矛盾到了极致。他希望有人可以来救他，希望他的弟弟凌霄可以如同天神一般出现。但另外一方面， 他却又担心凌霄不是这些人的对手，来了肯定也是送死。一方面是失望，一方面却又是担心。女孩子的心啊，就是那么古怪。你们几个一起上，把那两个人杀了。陈无言下达了命令，让剩下的四个堂主一起动手。当然了，这其中一人正是凌霄伪装的刘泰。听命之后，四人同时出手。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黑影突然从后面杀出，朝着陈无言杀去。陈无言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吓了一跳。此时魔使救不了他，因为魔使在操纵大阵，而他因为毫无防备，更是面对这一击只能仓促应对。就算不死，也必然会身负重伤。陈峰<锋>，有人看到了偷袭陈无言的人的长相，不由惊叫了起来。此时的陈峰双眼无神。 冰冷而且空洞，仿佛一具死尸一般，但是动作却非常灵敏迅捷，与他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执事大人，我来救你。凌霄中途折返，嘴角扬起了一抹冷笑。陈峰自然是因为他变成了魔师，不过这个偷袭根本不可能杀死陈无言的，所以凌霄才会折返，企图获取陈无言的信任。有了信任，当事态变得更为严重的时候。 他就有机会正大光明的接近林娇娇了。现在如果去解救林娇娇，那魔使一定会出手阻拦的。扑哧，陈峰手中的利器洞穿了凌霄的身体，凌霄结结实实替陈无言挡了一击看似必杀的攻击，实际上这不过是表演而已。混蛋！陈无言暴怒之下一拳轰碎了陈峰的魔师，然后回过头看了凌霄一眼，道：“刘太。” 你救我，很不错。等吸血机开始之后，一定让你多吸几口血气。本章完。霸天武魂第两千二百八十四章：凌霄出手，堂主全灭。多多谢执事大人，属下只是只是做了应该做的而已。凌霄脸色惨白，额头上冷汗直流。这一幕连魔石也被蒙蔽了，本来对他还有几分怀疑，此时已经彻底没有了。 他笑着对凌霄道：“刘堂主，先前是本使冤枉了你。待会儿那丫头的血肉将邀请你一块分食。分食血肉？”凌霄顿觉一阵恶心反胃。杀人他早已经习惯，可这分食血肉还当真是恶心之极的做法呀！他难以理解，更别说接受了。哈哈，刘堂主看起来有些不太理解啊。正常，一般来说，我们魔影门都单纯吸食血液而已。 因为人体最有营养的就是血液，不过这丫头有些特别，她的血脉非常特殊，可以说全身是宝。如果能够吞食的话，那对修为是大有裨益的。魔使哈哈大笑道。凌霄抑制住内心的愤怒与恶心，对魔使道：“多谢魔使大人厚爱，刘某一定对魔影门肝脑涂地。”好，<laughs> 好，小丫头，你很荣幸啊。 到时候会成为我们几个的腹中美餐，也死得其所了。魔使看向了林娇娇，放声大笑起来：“你们这些禽兽不如的东西，一定会不得好死的，最好是被千刀万剐，剁成碎肉，一定的！”林娇娇咬牙切齿的大声咒骂起来。魔使笑得很得意，发出了怪异的声音，而后不屑的说道：“不得好死，这样的话我听得太多了。” 只可惜我活了几十年，还是活得好好的。要说不得好死，应该是小丫头你吧。很快的，你会死得非常惨。林娇娇咬了咬牙，没有说话。事实上，她对自己的咒骂也感到很无力。如果咒骂有用的话，这魔石早就死了几千几万次了，根本就不可能活到现在。真的就没有人能够收拾魔影门这些混蛋了吗？他无奈的叹息了一声。 那份恶人有恶报的信念，渐渐变得不是那么坚定了。不吭声就好，你也只能认命了。魔石冷笑一声，闭上了眼睛，开始专心控制吸血大阵。由于冯欢和王成的突然杀出，导致魔影门门徒的导言暂时变得混乱起来。不过这个场面很快就要过去了。冯欢和王成已经被三个堂主围住，只能不断躲闪，但身上的伤势依然是越来越多。 就在这个时候，凌霄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窜上了那吸血妖兽的眉心之处。他速度极快，而且又是突然发力，以至于这一瞬间，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他究竟要做什么。直到凌霄解开法阵，释放林娇娇之后，魔使和陈无言才突然反应过来：“刘泰，你要干什么？”陈无言怒道：“刘泰，哈哈哈哈！” 刘泰那狗贼早就被老子在羽化镇杀死了。区区易容之术，竟然就骗过了你们这些白痴！魔影门也不过如此。凌霄佯装撕下脸上的伪装，实际上却只是变回原本的模样而已。凌霄，那一瞬间最震惊的莫过于林娇娇了。她一开始根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刘堂主会突然救自己，现在看到那张熟悉的面容。 她的眼睛在一瞬间完全模糊，泪水打湿了衣襟，哭得仿佛一个泪人似的。喂，你可是做姐姐的呀，别这么哭啊！凌霄苦笑道：“谁告诉你姐姐就不能哭啊？你这个笨蛋，为什么要来啊？虽然我很高兴，可是你知道你来了就出不去了吗？笨蛋，真是个大笨蛋！”林娇娇放声大叫起来，那是一种极度的高兴。 是发自内心的幸福，当然也有浓浓的担忧，复杂的情绪在一瞬间完全爆发出来。林少侠，救了人赶紧走！冯欢大声喊道。然而，凌霄却没有动弹的意思，站在吸血妖兽的头顶之上。凌霄的表情自信而且冷漠。人他当然要救，但是这吸血剂他也一定要毁掉，不是什么大义凛然的高尚情操。 而是因为吸血姬不毁的话，连他自己都活不了的。毕竟吸血大阵的范围那么大，他就算有练阵时也来不及逃走。居然还有心情关心别人，去死吧！见冯欢和王成的逃窜突然停了下来，魔影门八仙郡的三位堂主一起出手，要在这一瞬间将两人全部斩杀。三道攻击呈现出范围的攻击模式，同时杀向两人。林少侠，快走！ 冯欢和王成知道这一次不能幸免了，所以他们打算最后拼尽全力，能留下一个堂主就算一个。这样的话，还能为凌霄减轻一下负担。不过就在此时，一道璀璨如同星辰般的剑气从天而降，落在了他们两人身前。一道剑气，三条人命，三个堂主竟然无一幸免，全部被剑气刺穿咽喉，当场死亡。 甚至因为死的太快，仍然保持着攻击的动作，场面诡异非常。冯欢和王成愕然的看着这一幕，简直不能相信。他们知道凌霄很强，可是也没想到凌霄居然强大到如此程度，一剑就杀了魔影门的三个堂主，这份实力，怕是在下八仙山弟子之中也是出类拔萃的吧。待在这里，好好疗伤。剑气落地的同时。 凌霄也落到了冯欢和王成附近，而后右手一扬，一枚炼阵石被取了出来，化作奇异的金刚阵护住了冯欢、王成和林娇娇三人。伤势痊愈，就开始杀吧！这里没有一个无辜之人，全部都是禽兽不如的混账。可是林少侠，你一人面对那么多人，怎么能是对手？冯欢惊道：“不用在意我，今日咱们已经被逼到了绝境。” 就算逃出去了，也难逃吸血大阵，所以这已经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局面了。凌霄轻轻摇了摇头，没有了退路，他反而变得更加冷静了。当选择只有厮杀这一条路的时候，那么就全力以赴吧。能不能取胜，打过了才知道。言罢，凌霄双手直接探入那三个堂主的尸体之中，取出了三颗魔种，再加上之前从元能身体里取出的魔种。 就是四颗，这魔种对于别人而言兴许没用，可对他而言却是大补。他就那么当着众人的面将四颗魔种吞了下去。本章完。霸天武魂第两千二百八十五章：金刚阵血幽灵。吞下四颗魔种，凌霄身体之中释放的劲气一瞬间变成了可怕的血红色，仿佛一尊恶魔。对付陈无言，以他现在的实力。 勉强够用，可是对付那魔使却必须得将修为提升到更强的程度，否则的话根本没有丝毫的希望。所以这四颗魔种就是为了突破修为才吞下去的。若是平时他不敢这么做，但是今天眼前有这么多的该死之人供他发泄，就算魔种能量太大，他也已经可以完美融合。此时，八仙郡城的广场之上，人聚集的越来越多。 其中甚至包括了三大家族和天龙商行的人，还有一些八仙山和天风团的弟子。有人认出了凌霄，那个人好像是下八仙山的弟子凌霄啊！上一次的鬼牢试炼，他可是出尽了风头，怎么又跟陈无言对上了？他就不怕陈长生吗？真是不知死活的东西啊！我倒是觉得他挺厉害的，为了自己的姐姐只身闯入魔窟，这是多么浪漫的事情啊！ 人群之中有瞧不上凌霄的人，自然也有花痴一般的女子。不过直到此时，还是没有人觉得这是多么大的问题，还把自己当成了旁观者，在看一场直播的好戏而已。尽管林若仙几乎磨破了嘴皮子一般解释，可是都没有用。如果没有真正经历危险，他们是不会知道林若仙的话都是真的。林若仙躲在暗处，没有插手这场战斗。 不过他随时都准备着援助凌霄，眼下还没有到他必须出手的时候而已。你就是凌霄？陈无言看着凌霄，气得双眼充血，愤怒不已，因为他觉得自己被耍了，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刘太他人呢、啊？还有前往羽化镇的那些魔影门门徒，他们都怎么了？死了。凌霄淡淡道：“不可能，以你的实力。” 怎么可能击杀那么多人？难道是八仙山插手了？陈无言皱了皱眉道：“他心里头是真有些担心的。如果真得是八仙山插手，那么今天这个局面可就不好应对了。”“我只代表我自己，跟八仙山无关。”凌霄淡淡道。“对了，再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儿：陈峰手下的瘦猴并非什么奸细。你们那位魔使大人的测试方法，真得跟垃圾一样没用。” 还有陈峰偷袭魔使，也是我做了手脚，哼，是不是很开心啊？他之所以把这些都说出来，就是想要扰乱对方的心神，毕竟实力不如对方，就不能用正常的手段。陈无言，快杀了他！那小子在拖延时间，他应该是想要突破。魔使突然吼道。陈无言愣了一下，这才回过味来，朝着凌霄就冲了过去。切！ 凌霄见自己的意图被看穿，当即施展踏月流星步，开始在人群之中闪电移动。每碰出一个魔影门门徒，就会有一人被杀。在修炼过程中还能杀人，这恐怕也就只有凌霄能够做到了。陈无言反而被自己人挡住了，他的身法可没有凌霄那么好，面对这么多的阻碍，始终是追不到凌霄。废物，你过来操控吸血大阵，尽快启动大阵，管不了那么多了。 就算效果差一点，也可以包裹住八仙郡城。这小子交给本使来对付。魔使见陈无言根本追不到凌霄，心下着急，怒吼一声，将陈无言直接喊了过来，替他操控吸血大阵，而他则腾出手来对付凌霄。血幽灵，魔使怒吼一声，身体里面释放出无数的血红色，仿佛幽灵一般的东西，杀入人群之中，去捕捉凌霄的身影。 他知道自己的身法肯定也不如凌霄，但是这样的手段足够来杀死凌霄了。从凌霄击杀三个堂主，而后混入人群之中到现在，所有人才渐渐回过味来。林娇娇到现在还是有些发懵，刚刚那真得是我的弟弟凌霄吗？可是，可是他怎么会那么强大？他虽然看到了凌霄出手，可反而有些怀疑了。毕竟凌霄离开雨化镇的时候。 跟现在相比，那可是差的太远了，根本就不是一个级数上的存在啊，应该是吧？冯欢也有些不敢相信，他已经把凌霄看得非常厉害了，然而到了现在，他却发现自己根本就不了解凌霄的实力，哪怕一点点都不了解。刚刚那震撼的一剑，依然在他的脑海中不断回荡，久久难以磨灭。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杀了那三个人！ 魔使一边追踪凌霄，一边大声吼道：“魔影门门徒可以一边祈祷，一边战斗，这并不是什么问题。”听到了魔使的命令，他们才想起来自己还能战斗呢。于是，呼啦啦数万人就朝着那冯欢、王成和林娇娇扑去。轰隆！大量的攻击轰在金刚阵上，然而那金刚阵金光大盛，却是丝毫未损。 反而还似乎比之前变得更加坚硬了。该死，这金刚阵居然可以吸取攻击者的内力，变得更加牢不可破。你们躲开，我来。魔使是他们这些人之中唯一一个擅长阵法的人。既然金刚阵不能硬破，那就干脆用他的能力来破解吧。他看得出来，凌霄对那个叫林娇娇的女孩子非常在意。只要擒住了林娇娇，凌霄就绝对不敢继续逃窜了。 魔使扑向了金刚阵，凌霄自然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他能感觉到自己的修为已经接近突破一转阴阳境一层地狱巅峰，就差那么一点点。可是此时却容不得他多做考虑。虽然明知道是圈套，但他却必须得拦住魔使。当然，方法有点不太一样。凌霄暴怒之下，全身雷光闪烁，犹如一尊雷神。 速度快到了极点，直接轰向了魔使的后背。那魔使显然没有想到凌霄的速度会如此之快，本来是想趁着凌霄过来的时候将凌霄灭掉呢，可此时却不得不仓促躲避。陈峰都能伤到他，凌霄更无疑问可以伤到他，所以魔使一点都不敢大意。雷霆陨星剑诀，雷霆天火，没能击中魔使，凌霄的攻击却没有就此停止。 恐怖的剑气化作数十道落雷，直接落在人群之中，数十个魔影门门徒当场被轰杀，而他们的魔种凌霄自然也没有浪费。本章完。霸天武魂第两千二百八十六章：郡城末日，凌霄是唯一希望。刚刚的四颗魔种就已经基本上能够让凌霄突破了，如今又是数十个阴阳镜修为的魔影门门徒的魔种融入身体之中。 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可惜了，就差那么一点点。看起来必须得跟魔使来一次面对面的战斗了。凌霄很清楚，自己修为提升最快的时候就是不断的与各种强者战斗，每战斗一次都受益匪浅。今天面对魔使，凌霄也想要突破。无论你是不是那个偏远小镇里的废物，凌霄，今天你杀了我们魔影门这么多人都将必死无疑。 魔使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他在这里却让所有堂主被杀，那么多的镇级执事被杀，这让他脸上无光，更让他感觉到屈辱。我会死，那也未见得。修为没有突破，凌霄心中略微有些小小的失望。不过方才一剑杀死那么多的阴阳境武者，他的天火这一招也终于晋级化境，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任何招式一旦步入化境，不仅威力会得到极大的提升，而且还会附带一些特殊的效果。陨落的特殊效果就是重力威压，施展化境陨落的时候，可以让敌人感受到可怕的威压，身体仿佛被可怕的东西压着一般，无法动弹，内力也会滞涩。而天火的特殊效果，他还没有用过，就拿魔使来做实验对象吧。不，你一定会死。 不过，在杀你之前，我很想知道，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借着那凌霄的名义来与我魔影门为敌？魔使冷冷质问道。那凌霄的实力，我们是最清楚的，能杀死我魔影门的魔疯子，杀死墨家的那几个人，已经是他的极限了。你到底是谁？我就是凌霄啊，如假包换。凌霄淡淡道：“不可能。”魔使厉声道：“罢了。” 你现在不肯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那也无妨。很快我就会让你说真话的。难道他真的不是凌霄？冯欢和王成也糊涂了。他们并不认识雨化镇的凌霄，但这个人他们还是听说过的，一个杀了魔影门门徒魔疯子的年轻武者。但修为应该还不到半步阴阳境啊！这才短短一个来月的时间，就能秒杀魔影门的堂主了？怎么想也不可能。不。 他就是凌霄，是我的弟弟。林娇娇脸上的困惑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坚信。或许凌霄的实力让他困惑，但是凌霄的性格，他真得太了解了，绝对不会错的。看起来咱们当初真有点小瞧凌霄了，他比咱们想象中的强大十倍。冯欢苦笑不已，如果早知道这样，他们的行动或许会更加从容一些。 而不会因为着急犯下一些不该犯的错误。是啊，年少有为，这凌霄一定是八仙山的上八仙山弟子吧？王成感慨道。不，很不幸，我只是下八仙山的一名微不足道的普通弟子而已。凌霄看向王成，淡淡笑了笑道：“不过你们不必担心，我凌霄说过要让你们活着出去，就绝对不会食言。你还想活着出去？真是不知道。” 自己有几斤几两？魔使冷笑一声，气息完全爆发。那一瞬，魔影门的门徒们狂喜，而冯欢、王成和林娇娇却是脸色大变。一转阴阳镜三层地狱后期修为，这就是魔使的真实修为。他的强大足以让人绝望。别说这三人，就算是凌霄自己，也觉得没有取胜的希望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暴露身份。 让蝶女帮忙了，实力差距太大，就算是启用霸天武魂，凌霄也不可能是这家伙的对手。这恐怕是他遇到的无数危机之中比较危险的一次了。没想到魔使居然如此强大，还真得是让我惊讶。凌霄心中的想法完全没有暴露出来的意思，他的面容依然冷漠，完全看不出他畏惧魔使的样子，装腔作势，没有八仙山的人帮忙。 就你一个人，终究也只不过是跳梁小丑而已。魔使对凌霄是完全的不屑，是不是跳梁小丑？试试就知道了，何必废话？凌霄站在那里，气势在不断攀升，恐怖的杀意竟然在他的身体周围形成了一团可怕的血红色劲气。站在他身旁的人都开始瑟瑟发抖。好强的杀气！看起来你真的是杀了不少人啊，不过可惜了。 你本来可以有美好的前程，但今日再也没有后悔的机会了。魔使愣了一下，显然对凌霄的那股杀气有些忌惮。虽然他的实力和修为都比凌霄强，可是凌霄的杀气却是碾压他的。一旦被那杀气碰触到，他必然会实力大损。废话那么多，直接动手吧！凌霄勾了勾手道：“死吧，猖狂的小子！”魔使腾空而起。 暴吼一声，无数的血幽灵凝聚成了一个巨大的骷髅头，咆哮着扑向了凌霄。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还有阵阵鬼哭狼嚎。与此同时，八仙郡城某条街道之中，一只触手突然伸出，正在行走的舞者完全没有反应，被当场吸干。某个豪华的庄园之中，一群华服舞者正在把酒言欢，数十道触手突然探出。 将在场的数十个武者全部吸干，这一幕幕几乎同时在八仙郡城发生。当然，也有强大的武者避过了触手的攻击，可依然是躲不过吸血大阵的效果，明显感觉到血气在不断减弱。一个人如果血气下降到一定程度，那必然会死。就算是强大的阴阳镜武者也不会例外。终于，八仙郡城恐慌了。 八仙郡广场上的舞者们，这个时候完全明白了，自己看到的并不是一场儿戏，而是真正的针对八仙郡的邪恶祭奠。广场上已经出现了数十具被吸干的尸体，事实摆在眼前，由不得他们不信。这一刻，人们几乎同时看向了大屏幕，看向了屏幕之中的凌霄，他们的希望竟然要寄托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舞者身上。 真得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但此时此刻，他们只能支持凌霄，快阻止吸血大阵啊！凌霄，求求你了，八仙郡城需要你，现在需要别人了。不知道刚刚是谁在说凌霄不自量力来着？本章完。霸天武魂第两千二百八十七章：死亡之神武魂。别说风凉话了，是我们不对。 是我们狗眼看人低，只要能活着，以后凌霄让我们做什么都行。这个时候，人群中出现了很多默默发誓的人，默默祈祷的人，他们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了凌霄身上。当然，也有人对凌霄不屑一顾，比如天风团，比如八仙山。天风团派出了黄金团员，八仙山则派出了上八仙山弟子，不过都只派了一人。 天风团的黄金团员叫陈风笑，八仙山的上八仙弟子正是沙雕。在他们看来，区区魔影门，只要这两人出手，必然轻易灭之。然而，陈风笑和沙雕在王鹏的带领之下来到地下城郭的时候，却并没有立即出手。两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冷笑：“你们还不快去帮忙啊！凌霄一个人肯定不是那魔石的对手啊！” 王鹏急得大呼小叫：“闭嘴！”沙雕直接一掌将王鹏打晕了过去。真是可笑，没听说过英雄总是最后时刻出现吗？我们就算要出手，也要等到八仙郡城的那些人多死点才行。那样那些卑贱的家伙们才会对我们感恩戴德。”沙雕冷冷笑道。“同意。”陈风笑也点了点头，一脸的淡然。普通武者的性命。 在他们看来，根本微不足道。事实上，他们更想看到凌霄被魔使杀死，然后再由他们出手，这样形成的影响力要更大一些。他们两个同时看向了那边的战场。虽然凌霄以踏月流星步配合雷电战体，可以跟魔使周旋，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被魔使的巨大雪幽灵压制到了一个角落之中。逃啊！你怎么不逃了？ 你的身法的确不错，但很可惜，这世上光有身法可不行。或许我就是你们这些擅长身法的武者的克星吧。魔石冷漠的看着凌霄，脸上浮现出了得意的表情。虽然几次攻击都没有击中凌霄，可是却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将凌霄困在墙角之中。这下子，凌霄完全没有机会了。一切都要结束了，小子，死到临头，如果你肯说出实话。 说出你究竟是谁，我或许可以饶了你。”魔使淡淡说道。“神经病！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我是凌霄，下八仙山中黑仙山的弟子。”凌霄没好气道：“执迷不悟，那你就去死吧！接下来这一招是我最强的一招，也是多年凝聚血气练成的一招，用它送你上路，对你来说可是无上的荣耀。”带着讥讽与愤怒，魔使的背后。 凝聚出了一个手持巨大镰刀的虚影，这虚影身披黑色的斗篷，全身上下都是骷髅的样子，唯有那双眼睛闪烁着血红色的光芒，仿佛能够勾魂摄魄一般。死亡之神武魂，这是我们门主赐予我的武魂，它的强大不亚于太古时期的九大龙魂和十二人仙武魂。魔使说话间，手上也出现了一把血红色的巨大镰刀。 刀刃之上，寒芒闪烁，力量不断凝聚。那我可真得是幸会了。不过你这死亡之神武魂，应该只是你们门主制造出来的赝品吧？虽然也挺厉害，不过很可惜啊，他还真没办法跟九大太古龙魂相比。凌霄拥有太极眼，一眼就看穿了这魔使的武魂并非真品，而是通过一种非常厉害的技术制造出来的仿制品。武魂虽然并非唯一。 很多人都可以拥有同样的武魂，但是也有一些武魂非常特殊，他们就是唯一的，绝没有第二个。比如九大太古龙魂、十二人仙武魂、死亡之神武魂等等。当然，也有霸天武魂。想要得到这些武魂，除非是其拥有者死亡。敢亵渎门主的赏赐，你简直罪不容诛！魔使非常生气，非常愤怒，敢说自己的武魂是赝品！ 这让他无法接受，他的气息变得更为诡异和强大。凌霄，你快走吧！我相信，以你的实力，一定可以成功逃走的。不要管我了，走。林娇娇很想相信自己的弟弟凌霄，但是眼前残酷的现实却告诉他，凌霄真得不肯。那个是这个魔使的对手，他不想因为自己而害了凌霄，所以他歇斯底里的大吼了起来，哭声已经响彻整个地底。 我凌霄从来没有干过扔下亲人自己逃走的事情，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而且我绝不会死。林娇娇只听到了这么一句话，然后就看到了魔使发动了对凌霄的攻击，血光滔天，凌霄的身影似乎都被巨大的死亡之神吞噬了。那小子死定了，咱们该出手了吧？暗处，沙雕不屑的看了那边一眼，淡淡对陈峰笑道。 你们八仙山的弟子也太没用了吧！我本来还期待他能够在临死之前重伤那魔使呢，这样咱们对付起来也会更容易一点。陈风笑冷笑一声，破空而出。那小子根本不配做魔影门的弟子。沙雕冷哼一声，也同时扑了出去。这两人强大无比，恐怖的气息，每一个都比那魔使要强。大屏幕上出现他们二人身影的时候。 很多人都忘记了凌霄的存在，变得无比的兴奋。是陈风笑，是沙雕，太好了！天风团和八仙山终于派出了高手，有了他们，咱们终于可以获救了。那凌霄表现也算不错了，只可惜死了。死了之后，能被追封为八仙郡的英雄吧？呵呵，说的也是呢。不管怎么说，人家也算努力过了，虽然什么都没做到。你们说的那么好听干什么？ 那凌霄就是个不自量力的废物，知道魔影门干这种事儿，就该汇报八仙山，而不是自己去贪功，死了也是活该。对，死了就是活该。说这种没良心的话的，大多都是周家和沈家的人，还有一部分跟沙家有关系的八仙山弟子以及天风团的人，他们就认为凌霄是一个贪功冒进的废物，不仅没有功劳，反而还败坏了八仙山的名声。 死了都是便宜凌霄了。死亡镰刀，嗜杀！轰然一声巨响，大屏幕似乎都为之晃动了一下。那魔使不仅用可怕的血光包裹了凌霄，更是释放出了恐怖的攻击。一把巨大的镰刀剑气，直接砍向了凌霄方才所站的那个位置。本章完。霸天武魂第两千二百八十八章：血雾阵，陈风笑和沙雕被困。 魔使攻击的时候，血光太盛，所以很多人的视线都被遮掩，根本看不到里面发生的情况，也不知道凌霄的情况究竟如何了。只是多数人都认为凌霄必死无疑了。谁正在攻击凌霄的魔使？突然间感受到两股可怕的气息袭来，扭头一看，正是陈风笑和沙雕两个人从两侧同时杀向了他。那一瞬，所有魔影门门徒。 都吓了一跳，而八仙郡广场之上则是欢声震天。轰隆！可怕的攻击瞬间击中魔使，魔使的身体被拍碎，化作一片血雾。搞定！沙雕和陈风笑相视一眼，都透着几分得意。这也太轻松了吧？什么破烂魔影门，真是不值一提！沙雕不屑的说道：“是啊，杀了这个魔使。” 魔影门应该就没有什么厉害的人了吧？陈无言，你这家伙还真是被恶魔蒙蔽了心智，怎么能跟这种邪物同流合污？陈风笑看向了陈无言，暴喝道：“小侄子，你不要胡说！魔影门是至高无上的宗门，得罪了魔影门会很惨的。”陈无言是陈风笑的叔叔，所以叫陈风笑侄子倒也不为过。竟然还这么执迷不悟，沙兄。 我把陈无言带走，你没有意见吧？陈风笑问道。当然没有，不过有人正在直播这里的场景，你可得解释清楚了呀。沙雕和陈风笑昔日就曾一起执行过任务，虽然说天风团和八仙山有过节，但他们两人关系却一直不错，而且两人曾一起干过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算是臭味相投了。放心，我自然会。不对。 陈风笑正要说话，忽然间察觉到周围飘散的雾气竟然没有散去。按理说，魔使被杀之后，那些血雾就会溃散，可此时没有溃散，就说明有情况。天风团的黄金团员果然厉害，只可惜你们发现的还是太迟了。你们两个人怎么可能逃得出我的血雾阵呢？说话者竟然是方才明明已经被击杀的魔使，那个擅长阵法的家伙。 糟了，咱们两个都不懂阵法呀！毫无疑问，陈风笑和沙雕都比魔使强大，但问题是，他们两个却因为大意和傲慢而被困入阵法之中。血雾阵不仅可以困住他们，更能不断吸收他们的血气，让他们变得虚弱无力。你们两个的出现，还真是让我吓了一跳啊！看起来这里已经暴露了，不过没关系，我刚刚已经改变了。 进入地下城郭的方法，不可能再有人进来了。你们就乖乖的成为吸血妖兽的养分吧，两个蠢货！魔使冷漠的看着陈风笑和沙雕，要不是他早有准备，今天还真栽了。看起来必须得更加小心一些了。无敌，魔使无敌！看到这一幕的魔影门门徒兴奋的呼喊了起来，而八仙郡城的那些武者却全部是脸色惨白一片。 绝望的表情浮现在了他们的脸上。刚刚还在吹嘘陈风笑和沙雕有多厉害的人，此时已经彻底崩溃了。凌霄死了，那两个白痴也被困住了。看起来破坏这吸血大阵已经没有了可能，不如拼了。王成看向了冯欢，问道：“刚刚所有人都在注意陈风笑和沙雕，都以为凌霄已经死在了魔使那一次可怕的攻击之中，所以王成准备做最后的一搏了。” 拼了！凌霄是为了咱们而死，咱们也不能苟活。冯欢点了点头，道：“加我一个。”林娇娇的脸上没有任何的泪水，有的只是冰冷与决然。凌霄死了，他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灰暗起来，没有了任何色彩。这个时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不如一死了之。实际上，此时的凌霄并没有死，不过却是的确受伤了。 他跟魔使硬碰硬对拼了一次，释放出了天火这一招，然后腹部就出现了一道深可见骨的可怕伤痕，是被那可怕的镰刀劲气所伤。原本这种伤势换了一般人，肯定会被死气侵蚀，逐渐丧失生命力的。可凌霄原本就有天魔战体，那点死亡气息对他根本没有丝毫影响，再加上生命武魂的强力恢复，他正在以极快的速度。 恢复战斗力，并且观察着魔使的一举一动。虽然陈风笑和沙雕那两个笨蛋的表现让我大开眼界，不过还好，一切都在按照我的计划进行。凌霄那一击天火看似没有对魔使造成任何影响，但实际上特殊效果早已经生效，只是外人看不到而已。见逢欢、王成和林娇娇要踏出金刚阵，凌霄有些急了，正要说话。 却见那三人又走了回去，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但这是最好的选择。他再有一点点就可以完全恢复。事实上，那三个人是听到了林若仙的告诫。林若仙只说了四个字：“凌霄没死。”至于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一点，那是因为他曾在凌霄的身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道神念。一旦凌霄有生命危险，他就能感应到。为了凌霄，他也算是用心良苦。 很多时候，林若仙都说不上来自己为什么要对这小子这么好，但凌霄却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一次次为他争光露脸，表现真的是无比惊人。有了林若仙争取的时间，凌霄终于完全恢复。此时魔石已经转身看向了林娇娇，哈哈，我说过，你终究还是逃不过成为吸血妖兽祭品的现实。倒是那个凌霄，如果不是为了你。 也不会死了。我看他最差也是个天品级别的天才，可惜啊，可惜。说话间，魔石走向了金刚阵。虽然出现了一点点的小插曲，不过接下来一切将会按照他的计划顺利进行。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强大的杀气贯穿血光，将周围的血光完全驱散。老狗，就凭你那点微末伎俩，还想杀小爷我，简直痴心妄想！ 凌霄的身影在血光之中出现，竟然是完好无损。这，这怎么可能？魔使看到凌霄竟然完全没有受伤的迹象，惊得差点魂飞魄散了。就算是陈风笑和沙雕的出现，也没有让他如此震惊过。凌霄居然可以接他的死亡镰刀攻击而不死，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要知道，同样一招。 他可以轻易灭杀一个一转二层地狱修为的武者，而凌霄不过就是一转一层地狱后期修为的武者而已，这完全违背了力量的逻辑啊！本章完。霸天武魂第两千二百八十九章：大阵启动，血珠被杀。陈风笑和沙雕高调亮相，然而却被魔使轻易困住，就连地下城郭的入口也被封印，外面的人再想进去几乎是没有可能。 八仙郡广场之上，所有人都透出了绝望的表情。他们想要逃离八仙郡城，却发现郡城早就被困在了一片血光之中。你无论怎么走，最后终究还会返回城内。而且在这血光之中，你还必须得面对那可怕触手的一次又一次攻击，一个不慎就会命丧黄泉，化为干尸。逃也逃不了。被寄予厚望的两人已经无法寄托希望。 该怎么办？绝望的情绪又一次在整个八仙郡城蔓延。就是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之下，凌霄复活了。被人们认为必死无疑的凌霄，竟然毫发无伤的站在那里，战力似乎也更强了一些。老东西，想杀我，你还没有那个本事！凌霄看向魔使，战意暴涨。如果说方才的攻击就是魔使的最强攻击，那么他仅可以放心了。 靠着玄界之躯，子神变身，再加上终极雷电战体、终极熔岩战体，现在的他想死都不容易。凌霄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原本的人类模样化作了冷酷的怪兽，全身浮现出恐怖的鳞甲，眼睛里射出冰冷的寒光，锋锐的牙齿和犀利的爪子在血光之下显得尤为诡异。兽武者。 所有看到凌霄变身的人都发出了同样的惊呼：“不是说兽武者早在玄武大陆上灭绝了吗？谁知道呢？不过传闻中兽武者强大无比，同等修为情况下，不管是战力还是防御力，都强到令人震撼的地步。只不过这个凌霄究竟是什么兽武者，看不出来他的变身。管他呢，只要这小子能够挽救咱们，那他就是八仙郡城的英雄。” 就是，同一时间，在八仙山，许多人也看到了同样一幕。赤仙山山主赤烈懊恼不已，如此天才竟然落到那黑仙山山主手里，我为何当初没有将他招揽在帐下？太可惜了！成仙山山主更是后悔，早知道这小子是天品天才，就应该把飞鹰嫁给他了。唉，就连一直不爽凌霄，想要除掉凌霄的杀族，也发出了一道密令。 尽量招揽凌霄，给他等同家族子弟的待遇。如果他识相，就大力栽培；如果他不识相，尽早铲除。这样的人绝对不能让他成为敌人之后还活着。这样的密令对于沙海、沙漠云这些与凌霄有仇的人而言，自然是非常不爽的。但不爽又如何？家族的密令，他们是绝不敢违抗的。他们现在只能期待凌霄那家伙。 不识时务了！地下城郭祭坛之上，魔使比任何都要震惊。但是下一刻，他的震惊化为狰狞。小子，刚刚那一击侥幸让你逃脱，不过接下来绝对不可能了！魔使暴怒不已，反正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不必担心外界有高手前来阻挠。他终于不再留手，可怕的血气再度弥漫，恐怖的血色镰刀不断凝聚，可怕的力量。 凌霄，千万别出事儿啊！林娇娇很想出去帮忙，但却被冯欢和王成死死拽住。实力差距太大了，这个时候出去，只能是给凌霄平添累赘而已。林娇娇的泪水又一次流出。凌霄活了下来，他很高兴。可是转眼间又要面对那魔石的恐怖攻击，这一次还能侥幸活下来吗？蠢货，以你的实力，凭什么跟他斗？你不是会阵法吗？ 赶紧想办法救了我们！沙雕在血雾阵中大声吼着：“林兄，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咱们三人合力，必然可以轻易摧毁吸血大阵的。”陈风笑也喊道：“这个时候，这家伙的态度立马变了，有求于人就成了这副嘴脸，也真是挺可笑的。”然而，凌霄根本就没有去看他们，不是凌霄不想破解血雾阵，他是一个冷静的人。 也知道沙雕的话是对的，可问题是，魔使会给他这个机会吗？他之前救出林娇娇，是因为魔使对他没了防范之心才成功的。可是现在，魔使的双眼一直死死盯着他，他要真去救人，那么第一个死的就是他。死亡镰刀，弑杀，同样的攻击朝着凌霄袭来，威力比之前丝毫不弱，甚至还似乎变强了一些。 凌霄右手持剑，一剑刺出，雷霆陨落，恐怖的剑气化作惊人的电光，轰在了那镰刀之上。镰刀一瞬间变得无比沉重，最后轰然坠落在了地上。这就是化境陨落的特殊效果了，重力附加，真得非常好用。然而，让凌霄不爽的是，虽然他可以挡住魔使的攻击，却无法伤到那魔使分毫。 更无法在魔使的攻击之下去做别的事情，比如说阻止陈无言启动吸血大阵。此时，魔使冷笑一声，大声道：“众门徒听令，开始血祭，斩杀血珠！”我就不信，等我获得了吸血大阵的力量，这小子还能挡住我的攻击。魔使看到自己的攻击无法奈何凌霄，于是便想到了别的法子。吸血大阵一旦开启。 血气将被吸收到那吸血妖兽的身体之中，而后它的力量就会增强。时间持续越久，增强就越快。虽然没了林娇娇，吸血大阵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但他已经不在乎了。是，魔影门门徒发出了震天的吼声，然后便是血珠们凄厉的惨叫声。凌霄听到这些惨叫声，不由青筋暴露。这玄武大陆必然会成为。 他凌霄的玄武大陆，那些血珠也会成为他的子民。如果能做到，而不去做，那他一定会后悔的。而且，一旦吸血大阵完全启动，林娇娇必死无疑。这也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看起来，必须得释放更为强大的力量了，不然的话，根本无法阻止魔使。哈哈哈！感觉怎么样啊，凌霄？是不是很郁闷？ 很着急。说起来，你终究不过就是一个防御力比较强的乌龟而已。我虽然杀不死你，但却可以稳稳禁锢住你，而你却伤害不了我分毫。魔使哈哈大笑道：“等吸血技结束，本使便可以拥有真正的一转三层地狱后期修为。到了那个时候，我看谁还敢小瞧我！在魔影门之中，我的地位也会大幅度提升的。”本章完。 霸天武魂第两千二百九十章：逆转。霸天子神的神威，魔使的修为必须得靠着吸血技巩固。这一点，凌霄也清楚。魔使的修为跟大部分魔影门门徒一样，是靠着吸血魔功强行提升的。别看他修为达到了一转阴阳境三层地狱后期修为，实际上真正的战斗力只能相当于三层地狱前期修为而已。不过，即便如此，凌霄想要赢他。 也是不太可能，唯一能做的，仅仅只是吸引魔使的注意力而已。该死，难道真要在这里暴露身份吗？面对这么多人，凌霄真得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将不堪设想，日后免不了许多麻烦。可是不暴露行吗？难道就眼睁睁看着林娇娇被杀，看着魔影门这些禽兽得意洋洋？哈哈，杀呀！ 杀呀！你们这些血珠，只配做我们魔影门的修炼材料。妄想那个凌霄解救你们，别做梦了，他现在都自身难保呢。今夜属于我们魔影门，属于我们所有魔影门门徒！哈哈哈！一声声得意的咆哮不断响起，惨叫声此起彼伏。正在直播的林若仙都已经看不下去了，他企图出手斩杀魔影门的人，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心骤然颤抖了一下，仿佛有什么恐怖的事情即将发生。他惊恐的看向了让他心悸的力量产生的地方。凌霄，与他一样震惊的还有魔石。魔石本来正在享受吸血大阵所带来的力量增幅，享受凌霄那焦急却又无奈的表情，享受那无数血珠凄惨的叫声。可是这个时候，他却脸色变得瞬间凝重起来。 凌霄的身体之中竟然爆发出一股从未有过的可怕力量，让他心中颤抖不已。这股力量仿佛来自于亘古洪荒，充满了野性与凶悍。什么情况？魔使困惑的看向凌霄，想要搞清楚这小子在搞什么鬼。此时的凌霄身体悬浮于半空之中，全身原本黑色的鳞片却变成了猩红之色。他的身后是苍茫无尽的宇宙。 宇宙之中探出了一只巨大的爪子，而后是沉闷的嘶吼声，仿佛地震一般，让整个八仙郡城都不由晃动起来。咚，咚，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那巨大的爪子之后，便是一颗巨大的头颅。那是一只诡异之极的巨大妖兽，长相酷似鼠类和玄武的结合体，既拥有鼠类的精明，又拥有着玄武的霸气。 尤其那怪物身上缠绕着一股奇特的霸天灭地的气息，让魔使的心跳不断加速，血气翻腾，内力都好像决堤的洪水一般不受控制了。好、哦，怪物全身从那漆黑的宇宙之中走出，发出了一声响彻天地的吼叫。然后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怪物的眼睛看向了巨大的吸血妖兽，吸血妖兽可是无比强大的妖兽。 修为最起码也相当于四层地狱修为的武者，可是面对这怪物，竟然不由站立起来，就连吸血大阵也因此停了下来。所有魔影门的门徒都感受到了恐惧与心悸，他们战战兢兢的看着这一幕，手中的屠刀早就停了下来。不是不想继续杀戮，而是根本没办法。那怪物释放出来的恐惧威压，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承受的。杀！ 凌霄睁着猩红冰冷的眼睛，口中吐出了一个字。那巨大的怪物挥舞着爪子，一下拍在了吸血妖兽的身上。那吸血妖兽企图抵抗，却被怪物如同巨蛇一般的尾巴直接咬住了命门。凄厉地嚎叫之声不断响起。可怜堂堂吸血妖兽，如果单对单的话，绝对能够轻易灭了凌霄。但此时的他，却因为受到了子神的兽神之力压制。 根本发挥不出实力，而且为了避免吸血妖兽胡来，魔石也将吸血妖兽禁锢住了，让它没有了攻击能力。等到魔石想要释放吸血妖兽的时候，却已经晚了。那巨大的吸血妖兽竟然被紫神一口吸干了鲜血，变成了干涸的皮囊。吸血大阵彻底停摆。什么情况？吸血妖兽反而被吸了血？那怪物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一幕。 让所有看到的人都感到震惊无比，包括凌霄自己都有些傻眼了。事实上，凌霄原本是打算释放霸天武魂，完全爆发实力与魔使对战的。不过，就在释放霸天武魂的那一瞬间，子神武魂居然产生了反应。原本的子神就强大无比，得到霸天之力的他，一下子进化成为了霸天子神，变得比以前更为强悍。 还得到了霸天武魂的一些特性。身为玄武大陆的兽神，原本就掌控玄武大陆的所有兽类，吸血妖兽也是兽类，自然会屈服于兽神之力。凌霄正是想到了这一点，才释放出了紫神武魂，一击成功将那吸血妖兽灭杀。而将吸血妖兽灭杀的一瞬间，凌霄明显感觉到吸血妖兽的力量随着紫神武魂传递给了他，融入到了他的身体之中。 那紧锁的晋升之门终于再度开启，你们还等什么？这些都是残害你们的凶手，杀了他们，你们就得救了。凌霄的修为终于晋升到一层地狱巅峰，不过还需要巩固。此时的他配合霸天子神，几乎让除了魔使之外的所有魔影门门徒都陷入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糟糕状况，他们血气逆流，内力混乱无比，别说战斗。 就算保持身体不崩溃都不太可能，有些半步阴阳境修为的魔影门门徒直接当场爆体而亡，魔种径直飞入到了凌霄的身体之中。凌霄的修为还在持续提升，体内的力量在不停的强化。杀！终于，血珠们的禁锢被完全解除，开始了疯狂的反杀。冯欢。 王成以及林娇娇也痛快的冲进了那些魔影门的门徒之中，他们的仇，他们的恨，在此时要全部宣泄出来。陈无言看到这一幕，直接吓傻了，转身竟然朝着外面溜去。魔使想要阻挠这场杀戮，可是他发现一身猩红色紫神甲胄的凌霄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之前着急的是凌霄，而现在着急的却是魔使。 都是你，都是你这小子毁了我的计划！我要杀了你！魔使咆哮着，企图运转血光诛杀凌霄。可是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因为吸血妖兽被杀，他的灵魂与吸血妖兽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他也遭受到了反噬，他的实力降低了许多。本章完。霸天武魂第两千二百九十一章：禽兽不如，死有余辜。 吸血妖兽被杀，魔使灵魂受创，原本的实力再度缩水。如今他的战力能达到一转二层地狱中期，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哼，你所以仗的不过是吸血大阵和那吸血妖兽而已。现在吸血妖兽被杀，吸血大阵被毁，你还有什么手段吗？凌霄冷漠的看向了魔使。现在面对魔使，他有十成的把握取胜。 就算我实力不如之前，但杀你还是有把握的。魔使还在嘴硬，哈哈！刚才你都杀不了我，现在你更不可能做到。凌霄轻蔑的看着魔使笑道：“不过你放心，我会让你看着你的魔影门门徒全部死光，然后再让你去死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凌霄一直牵制着魔使，不断的躲避和阻挠，直到魔影门的门徒全部死光。 他才停了下来，并且解除了霸天武魂的状态，霸天子神也恢复原样。魔石感觉到那种恐怖的压力瞬间消失了，但是看到遍地的尸体，他此时简直就像是一头暴怒的野兽，想要让凌霄付出惨重的代价。那些被俘获的血猪一个个都露出了兴奋的表情，没有人害怕，他们被当成猪一样饲养、折磨。 今天是凌霄给了他们复仇的机会，他们全部都跪了下来，高呼着凌霄的名字：“凌霄，凌霄，凌霄！”这个名字从今日起便会在整个八仙郡城响彻。林若仙也替凌霄感到高兴，有了今日的事情，就算八仙山的某些人想要对付凌霄，也得好好考虑考虑了。毕竟凌霄可是八仙郡的英雄，民心所向。 没有任何理由就对付他，那可是要激起众怒的。不管是八仙山还是天风团，都不敢这么做。黑暗的通道里，陈无言拼命逃窜。凌霄释放出霸天子神的那一瞬间，给他带来了太过恐怖的震撼，他直接丧失了战斗意志。他现在只想逃命。然而黑暗之中，一道光芒闪过，陈无言悄无声息的被人杀死。出手的正是林若仙。 他怎么可能让陈无言这种败类轻易逃离呢？而且陈无言只要活着，就会给凌霄带去巨大的麻烦。他不想看到凌霄被陈长生针对，禽兽不如，死有余辜。看着陈无言的尸体，林若仙冷哼了一声。当然，这一幕并未直播。他又不傻，杀了陈无言肯定会得罪陈长生的。他不想让凌霄惹麻烦，自己也不想惹麻烦。 这种暗杀其实是最好的做法。另外一边，凌霄面对魔使，脸上浮现出一抹冷笑：“魔使啊，魔使，你机关算尽，临了却只剩下孤家寡人，请问感受如何？”不是凌霄不想以霸天子神的威压震慑魔使，实在是做不到。魔使这家伙在吸血妖兽被吞噬之前，虽然也会受到这种威压影响，实力下降，可是却绝对不是一隅之辈。 不过这样也好，可以面对面一对一的厮杀一场了，也好让凌霄知道自己的修为突破之后战斗力提升了多少。黑暗中，林若仙犹豫了一下，直接掐断了直播念力。之前的战斗，凌霄表现出了令人震撼的实力，那已经足够让凌霄扬名了。接下来面对魔使，估计很多人都想看到凌霄的表现，但林若仙想的比较深远。 这一次，凌霄要参加上八仙山的弟子考核，不能把实力完全暴露出来了。刚刚的霸天子神固然厉害，可说实话，连他都没弄明白，那是凌霄的力量，还是这地下城郭本来就存在的神之现身。整个过程都是子神与吸血妖兽之间的战斗，凌霄并未出手，还不至于暴露凌霄本身实力。估计以后肯定有人会说，凌霄走了狗运。 那反而对凌霄是一件好事儿。当然，凌霄并不知道这些，他现在只想击杀眼前的魔使，发泄自己心中的怒火，同时也是对自己修为提升的一种试炼。这家伙既然敢对他的姐姐出手，绝对不能饶恕！当然，与凌霄信心十足不一样的是，冯欢、王成、林娇娇以及那无数的血珠却心情紧张之极，因为只要魔使不死，这一切都不算结束。 魔使一人就可能将他们所有人都给杀了，魔使自然也明白这一点，他冷漠的扫视了众人一眼，道：“好，很好，你们真得是长本事了，竟然敢反抗，杀了我那么多的门徒，你们的确很猖狂，但是不要忘记了血债血偿的道理，我会让你们全都死在这里了，尤其是你凌霄，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吞噬了吸血妖兽。” 但是以你为吸血大阵的核心，应该能够让吸血大阵的威力变得更加恐怖吧？或许我倒是因祸得福呢。对于魔影门八仙郡分部而言，只有这个总部派遣的魔使才算是真正的魔影门中人。只有他死了，八仙郡的魔影门才算被彻底铲除。但是想要杀了这家伙，谈何容易？林少侠，我们帮你一起对付他。血珠们感恩凌霄救了他们。 大叫一声，其中有数人破空而起，杀向魔使。他们想要以自己的生命来帮助凌霄击败魔使。住手！凌霄想要阻止他们的时候，已经晚了。魔使虽然被反噬，实力锐减，可对付这些血珠还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再加上这个魔使精通阵法，武魂又非常奇特，比一般一转阴阳境二层、地狱中期修为的武者，怕是要强上许多的。 凌霄声音响起的瞬间，魔使的攻击就已经释放。他并没有动手，那几个血珠在半空之中就被吸成了人干。只有凌霄看清楚了，这魔使拥有一种比其他魔影门门徒都可怕的吸血秘术，可以范围内吸食鲜血。哈哈哈！一群猪狗不如的蝼蚁，竟然也妄图挑衅我魔影门的权威。看起来你们真得是想死想得着急了呀！ 都来吧，一起上吧！我一定会让你们死的非常干脆的。魔使放声狂笑，张狂之极。都不要动，这家伙应该拥有某种秘术，可以范围内吸取你们的血气来增加自己的实力。不要怕，有我在，他猖狂不了多久了。你们就在旁边享受这解脱的一幕吧。凌霄摆了摆手，示意那些冲动的血珠以及冯欢等人都让开。 而是自己向前踏出一步，冷冷言道：“本章完，霸天武魂第两千二百九十二章：凌霄战魔使最后的激战。林少侠，你可别乱来啊！这家伙虽然看起来好像比之前弱了，但也是二层地狱的强者，你绝对不是他的对手啊！”冯欢焦急的喊道：“我说我一个人对付他，相信我。”凌霄回头看了众人一眼，露出了阳光般的自信笑容。 可是，冯欢还想再说什么，但凌霄那自信的笑容却让他终究说不出话来，只能眼睁睁看着凌霄朝着魔使一步步走去。一群蠢货，他要送死，你们也不知道拦着，一起上，弄死那老狗就结束了！沙雕在血雾阵中大喊着，然而没有人理会他。凌霄现在虽然已经有了解救沙雕和陈风笑的机会，但他却不会那么做了。 因为眼下敌人只剩下魔使一人，他有足够的自信应对。这么好的试炼对象，怎么能让给别人呢？嘿嘿嘿，陈风笑，沙雕，你们两个再着急也没用。等我收拾完这个傻子之后，自然会将你们两个也给灭掉的。我相信上八仙山弟子和天风团的黄金团员血液一定很有营养吧？魔使冷笑着看了着急的陈风笑和沙雕一眼，非常得意的说道。 随后，他将充满了恨意和愤怒的目光投向了凌霄，小子，你刚刚那邪门的武魂，真得让我大吃一惊。不过你那样强大的招式，应该只能使用一次吧？你毁了我的大计，毁了门主交给我的重担，我们的吸血计可能会因为这一次的巨大失败而耽搁数年甚至数十年。都是你，你罪责难逃。虽然我返回宗门，可能免不了一死，但是只要…… 活捉了你，我便可以改变必死的命运。只可惜，你或许连你的魔影门都回不去了。凌霄淡漠的看着眼前的魔使，对手实力大幅度削弱，而他的实力却达到了一层地狱巅峰，这才堪称真正的一层地狱修为，拥有的力量比之前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之前他面对魔使没有任何胜算，只能勉强保命而已。可是现在。 此消彼长，他对击败魔使充满了信心。小子，你够狂妄的，不过越是狂妄的人，死的越早。今天你必死无疑！凶残的血光再度从魔使的身体之中爆发出来，只不过没有之前范围那么大了，而且这个范围还在不断缩小，最终完全融入到了魔使的身体之中。这是将散逸出去的能量完全收回，要彻底解决凌霄的样子。 所有人都给我等着！吸血技还会重新开始，血珠就是血珠，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这样的命运，死吧！那一瞬，魔使的身体化作虚无的血雾，朝着凌霄扑了过去。血雾结界，暴怒声中，魔使的血雾化作一头猛兽，笼罩向了凌霄，分明是要将凌霄的身体包裹，然后将其吸干。先试试修为提升之后的身法吧。 踏月流星步，急！随着凌霄内力运转，身体骤然离开原位。这速度，感觉比之前提升了足足十倍。还想逃？你这踏月流星步不过只是玉品低阶武技而已，难道能比我的玉品中阶身法更强？血雾迷幻步。魔使这个时候虽然可以去攻击其他人，但是他心里头非常明白，不杀死凌霄，杀别的人。 根本毫无意义，而且凌霄也不会允许他那么做的。再加上他对自己的身法非常自信，他的血雾迷幻步早就已经达到了大成火候，即便是同等修为的武者也未必能追上他，更何况区区一个凌霄。然而真正追逐的时候，他才愕然发现，凌霄的速度比之前快了许多。不仅如此，那明明是玉品低阶身法，可是施展出来。 竟然丝毫不逊色于他的玉品中阶身法，甚至明显还要更快一些。难不成是我看走眼了？魔使震惊的声音从那片血雾之中传来。没错，你的确看走眼了、啊，而且走眼严重。声音响起之时，凌霄骤然一个回转，竟然以更恐怖的速度从魔使身侧一剑刺出。魔使仓皇应对，血红色的镰刀对上了那充斥着雷电之力的重剑。 使得地下城郭都不由晃动了一下，而后两人各自回到了原位。如果不是魔使脸上惊诧的表情太过明显，还真得会让人误以为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呢。魔使当然会惊诧，不光是凌霄的速度提升了许多，就连攻击力也提升了许多。方才虽然他是仓促应对，可是那一剑恐怖的威力，真得让他虎口都有些裂开了。他只是不愿意让凌霄看到自己的窘态。 所以故意装出来没有任何问题而已。你的修为突破了，竟然达到了一层地狱巅峰修为，但是你不会以为就凭这点修为便可以跟我抗衡吧？别以为我受到反噬之后实力锐减就可以被你欺负了。别忘了刚刚那一击，你应该很明白吧？我依然比你强。魔使没有立即出手，而是运转内力疗伤，同时看向凌霄说道。凌霄却没有理会他，只是活动了一下手脚。 笑了笑道：“一转修为突破之后，哪怕是一个小的级别，带来的力量也非常恐怖啊！赚大了。以前凌霄担心过自己辛苦入世轮回会得不偿失，但现在看起来，情况比他想象中的要好上很多。以他现在的修为，虽然还是不如魔使，但如果配合紫神武魂变身以及终极雷电战体和终极熔岩战体，那就足够了。对于凌霄而言。” 魔石只不过是他进步路上的一块小小的垫脚石而已，击败他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但他也明白，对于那些对他充满了殷切期待的人而言，这一战绝对不容有失。失败了，那就是死亡和毁灭。不光他要死，整个八仙郡城都会化为一片废墟，绝对不可能会有人存活。因为凌霄太明白自己代表了什么。 如果魔使拿它去做吸血大阵的核心，那可比用林娇娇配合吸血妖兽强大数百倍，甚至上千倍。毕竟霸天武魂那可不是说说而已，真得无比强悍。刚刚是你在攻击，这次轮到我了。尝试了身法上的提升，接下来凌霄要尝试一下自己的剑法威力究竟提升了多少。同样一招，是否能够将这魔使击伤？本章完。 霸天武魂第两千二百九十三章：击杀魔使八仙郡城的英雄。白痴啊！你速度比他快，跟他耗着就是了，干嘛非得面对面干架？找死！沙雕听到凌霄的话，简直哭笑不得。他认为自己从来没见过这么愚蠢的家伙，更没想到自己居然要把小命交托在这种蠢货身上。是有些蠢啊，年轻人嘛，缺少战斗经验，可以理解。 不过平日里也就罢了，现在犯蠢，真是让人无法忍受啊！陈风笑也在认为凌霄犯蠢，包括魔使都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如果单纯比拼速度，魔使知道自己追不上凌霄。刚刚追赶凌霄的过程，可是让他郁闷的想要吐血啊！现在凌霄犯傻，居然要跟他来硬的，他真得是高兴坏了。高兴吗？待会儿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察觉到了魔使嘴角那一抹笑意，凌霄心中暗暗冷笑。下一刻，他剑意冲天，手中握着的重剑之上，紫蓝色的神典与赤红色的熔岩交汇在了一起，爆发出比之前更为强悍的气势。而这股气势还在不断攀升。魔使显然并没有被凌霄的剑意震慑住，恐怖的死亡镰刀再度凝聚而成。你小子大概不知道吧？ 之前我修为虽高，可是大部分的力量都被用在了吸血大阵上。那死亡镰刀的攻击看起来强大，实际却并非最强。现在我的实力锐减，但却不用在意吸血大阵，不用在意吸血妖兽，只需要全身心的将所有的力量灌注在这恐怖的死亡镰刀之中。你死定了！这番话，魔使当然没有说出来，他才不会给凌霄任何提防的机会。 这是他内心深处的想法，也是他这一刻最真实的念头。受死吧，凌霄！死亡镰刀，孤注一掷！该死的，是你！雷霆熔岩，天地变色，天火，依旧是陨星剑诀第二式，不过却融入了终极雷电战体和终极熔岩战体的所有力量。熔岩与雷电成为了天火的主旋律，那无数道剑气。 渐渐融为一体，化作一团黑色和姿色交融的巨大陨星，狠狠砸向了魔使。又来这招，真是可笑。魔使根本不惧凌霄这一招，因为之前已经尝试过了。然而，凌霄只是淡然的露出了笑意，那是自信的笑意。单纯来说，他本身的阴阳元力就已经达到了一转二层地狱前期修为的程度。虽然修为还没达到。 可原力质量已经达到了，再加上恐怖的终极雷电战体和终极熔岩战体，这一剑的威力绝对达到了一转二层地狱中期修为的程度。但如果仅仅是这样，凌霄还未必能杀死魔使，只能斗个旗鼓相当而已。可别忘了，凌霄现在的状态还是紫神武魂变身，再加上凌霄之前施展天火的时候融入到魔使身体之中的特效巨火之躯。 这特效听起来挺没用的，但实际上却非常强悍，因为它可以让对手遭受的火焰、雷电伤害增加数倍。只可惜魔使并不知道这一点。当他发现凌霄这一剑所释放出来的巨大陨星剑气的威力比之前强大足足十倍的时候，他终于慌了。这，这不是一转阴阳镜一层地狱巅峰修为的实力？这不是，不是啊！ 魔使心中无比恐慌，但此时此刻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如果选择逃避，那可能会死得更惨，所以他选择了对抗。两种强大的攻击在一瞬间碰撞。这一次，魔使的脸色变得更为难看，因为在他看来，即便凌霄的这一招威力增加十倍，他也应该只是受伤而已，然后借机脱逃就行了。可当这恐怖的攻击碰触到他的死亡镰刀的时候， 他身体之中潜藏的天火特效发挥了效果，十倍变成了数十倍，这如何能够不让魔使震惊无比？只可惜这一次的震惊已经改变不了任何东西。死亡镰刀在接触到那可怕的陨星剑气的一瞬间，就已经被完全撕碎，化为血雾。而后，剑气在毫无阻挡的情况下轰在了魔使的身上，在那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血洞。 凌霄没有忘记将魔使身体之中的魔种取出来，然后才以熔岩之力将那魔使完全融化，彻底毁灭。临死之前的魔使只能表现出震惊和不可置信的样子，别的他什么都做不到。我说过了，该死的是你！凌霄轻描淡写的看了魔使化为死灰的尸体，冷漠的说了一句：“这一次的对战，凌霄竟然毫发无伤，轻易就将魔使击杀。” 这不仅是让林娇娇、冯欢和王成震惊无比，就连沙雕和陈风笑也目瞪口呆，恢复了本来的模样。林霄看向了林娇娇，道：“欺负我姐姐的人，这就是下场。所以以后不要对我那么没有信心，好不好？”即便是战斗已经结束，林霄甚至还发出了调侃的声音，可是周遭依然死寂一片。许久之后，那些被拯救的血珠才发出了震天的欢呼声。 暗中的林若仙笑了笑，又开启了直播。八仙郡城的广场之上，大屏幕里显示出来的唯有凌霄被那些血珠捧起来庆祝的样子，所有人都呆住了。难不成那个凌霄把魔使给杀了？好像是，不然的话，那些人怎么可能会那么崇拜他？可是这可能吗？对啊，可能吗？就算那魔使因为吸血妖兽被吞噬而导致灵魂受创。 实力大减，可依然在一转二层地狱中期修为左右啊！凌霄会是他的对手？猜测在民众之中不断形成。不过，不管是不是凌霄击杀了魔使，这都不重要了，因为只要不是瞎子，都看得出来，这一次是凌霄拯救了那些血珠，破坏了吸血大阵，也拯救了八仙郡城，这是真正的英雄。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凌霄却被一道黑影。 骤然抓起脖子提了起来，是沙雕，魔石死后，血雾阵自然也消失了。他和陈风笑都逃了出来。那陈风笑虽然眉头微皱，但还没有做什么。可是沙雕却非常愤怒的要对付凌霄，混账东西！如果你早点救出我们，这魔石早就被杀了。你这个贪心不足的家伙，想要一个人吞掉所有的功劳吗？凌霄被沙雕抓在手里。 感觉身体的内力都似乎被禁锢住了，这是很危险的一种状态。本章完。霸天武魂第两千二百九十四章：剑流风。凌霄被沙雕捏住脖子，随时都可能会身陨。在这种极度危险的状态之下，沉睡的元尊苏醒，贪玩的蝶女也看向了外面。他们蠢蠢欲动，要替凌霄解决掉这个可能威胁到凌霄性命的家伙。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林若仙出现了。沙雕，你也好意思、啊？我这正在直播呢，让外面的人看到你这副丑陋的嘴脸，真不知道会作何感想。他轻蔑地看着沙雕，越发对这个人恶心不已。跟凌霄相比，这个沙雕简直一文不值。除了因为入世轮回比较早，修为比凌霄强一些之外，别的根本没有一处能够和凌霄相比的。我管那么多。 谁敢嘲笑我，我就杀谁。或许是嚣张跋扈习惯了，再加上林若仙又出来替凌霄说话，沙雕变得更加暴躁，手上的力气更大了，似乎要将凌霄的脖子直接捏碎。林若仙刚要出手，忽然间一道剑光从远处袭来，径直刺向了沙雕。此时的沙雕，如果想要杀死凌霄，就必然会被这剑光刺穿身体。迫于无奈。 他只能闪身躲开，沙雕并不知道，他其实是捡回了一条命。如果不是凌霄暂时不想借助元尊和蝶女的力量，这沙雕早死了。不过现在捡回了一条命，却直接上了凌霄的死亡黑名单。凌霄对于企图杀死自己的人，从来都不会心慈手软的。剑流风，林若仙和沙雕都看向了那道剑光的主人，竟然是上八仙山八大家族之一剑族的剑流风。 此人不仅实力比沙雕强，就连人品也比沙雕好，所以在八仙山名气很大。沙雕，你难道不知道他现在已经成为了整个八仙郡城的英雄吗？现在杀他，就算是你们沙族的族长也救不了你的。见刘峰冷漠的看了沙雕一眼，淡淡说道：“我奉了掌门的命令，阻止你做这愚蠢的事情。”可恨！沙雕冷冷看了凌霄一眼。 他知道今天这样的情况之下，有见刘峰和林若仙护着凌霄，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杀死凌霄了。暗骂了一声，转身离开。魔师死后，外面的入口自然也开启了，待会儿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人进来，他可不想丢脸。多谢林兄救命，后会有期。陈风笑看了凌霄一眼，眯着眼睛笑了笑，也离开了。这人虽然看起来态度不错。 可是那笑容怎么看怎么假，给人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完全就是在装腔作势。凌霄也没有理会他，而是看向了林娇娇，道：“娇娇姐，该回去了。羽化镇林家还等着你主持大局呢。林羽化那老家伙对于你被抓，可真的是非常伤心。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那么动情的。那老家伙现在也渐渐变成了有感情的动物了，不再是冷血动物。” 怎么说他也是爷爷吧，不用说那么难听吧。林娇娇摇头苦笑，她自然不想纠正凌霄的说法，只是有些无奈而已。是林雨花对不住凌霄，也怨不得凌霄这么不尊重他。不说他了，黑白双侠，咱们后会有期了。凌霄不愿意去提林雨花，而是看向了冯欢和王成，冲他们拱了拱手：“嗯，后会有期。” 冯欢和王成本以为这一次地下城郭之行将会是一次绝望之旅，充满了悲剧和凄惨，救出女儿的几率极低，而且即便真得救出来，他们也绝对要死的。但眼下的情况是，他们没有死，女儿和儿子也很安全，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凌霄，因为这个神秘莫测的少年。他们带着自己的女儿，汇合了刚刚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王鹏。 就要离开，而那些血珠也纷纷与凌霄告别。从今天起，他们不再是血珠，而是真正的人，是武者。那耻辱的称呼将要与他们告别。林少侠，以后但又吩咐，尽管开口。我们这些人本事不大，就是不怕死。他们纷纷向凌霄告辞，然后离开。直到最后剩下王鹏等人。王鹏走到了凌霄身边，压低了声音道：“林少侠。” 你可要小心陈风笑和那个沙雕啊！他们见到你遇到危险，不仅不出手，反而还将我打晕过去。多谢提醒，凌霄轻轻在王鹏肩膀上拍了拍，道：“好好修炼吧，如果实在没地方可去，就去羽化镇，林家会收留你们的。”这话是对王鹏说的，也是对那些刚刚被释放的武者们说的。凌霄想要扩充实力，那就必须得壮大羽化镇林家，有了这些人家族。 羽化镇林家虽然依旧没办法和八仙山以及天风团相提并论，但是却绝对达到了三大家族的程度了。我们知道了，告辞。冯欢、王成、王鹏三人也终于离开。这个时候，凌霄看向了林若仙，道：“若仙执事，感谢你施以援手。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只是将你的英雄事迹公布于众而已。从沙雕手中救下你的，可是这位。” 林若仙指了指一旁的剑流风，以眼色提醒凌霄：“这个剑流风非比寻常，千万要小心应对。”凌霄当然知道这剑流风不简单，一剑便可让沙雕知难而退，这人的实力可想而知了。他也是用剑的高手，所以很清楚这剑流风的强悍。即便是站在那里，身体里依然透出恐怖的锋芒，仿佛一把锐利的神兵利器，时刻保持着可怕的剑意。 这人不仅仅是比沙雕强，而是强太多了。就算他不知道这人是八大族的族人，那么此人在上八仙山也一定是非常厉害的人物。说实话，凌霄见过的比这剑流风更强的，就是莫非宇那个疯子了。林若仙恐怕都不及他。多谢剑流风师兄救命之恩，该说的客套话，凌霄还是会说的。不管如何，从客观上讲，人家的确帮了他。 见刘峰依旧是那淡然的表情，冷漠的看着凌霄道：“说实话，你的表现实在让我非常意外。能解救那么多血珠，还能杀死魔使，摧毁吸血大阵，连陈风笑和沙雕都是被你所救。不过一个人修为不够，风头出多了，怕是要遭殃的。你能以一转阴阳镜一层地狱巅峰修为击杀那个魔使，的确很强。但如果因为这样就骄傲自满，那你的武道之路……” 也就到此为止了。本章完。霸天武魂第两千二百九十五章：剑族的邀请。一连串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训教言语，让凌霄对这个剑流风的好印象瞬间降低了许多。他反正是最讨厌这种自以为是的家伙了，总喜欢把自己摆在长者或者老师的位置之上。哼。我的武道之路，还用不着一个外人指指点点。凌霄笑了笑道。 你救了我不假，但并不代表我就要被你肆意训斥。见刘峰冷笑一声道：“若非看你还有点本事，我真懒得跟你多说一句话。真把自己当成英雄了吗？在我们八大家族眼里，你不过就是一个善于钻营的小人而已。”哼，我今天来这里，可是特地为了林娇娇而来的。说话间，见刘峰直接看向了林娇娇，道：“林娇娇，恭喜你。” 你已经成为了我们剑族的特招人选了。说这番话的时候，剑刘峰依旧是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仿佛只要是他们剑族所说，别人就必须得接受，连质疑都不行，更不要说拒绝了。对不起，我没兴趣。林娇娇直接摇了摇头道：“什么？”听到这话，剑刘峰以为自己听错了，竟然有人可以拒绝八仙山八大家族之一剑族的招揽。 竟然有人敢这么做！你确定？剑刘峰透出了森然的杀意。你身负刀剑神皇武魂，加入我们剑族，对你的发展将极为有利。我们看得起你，才会来招揽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是不是觉得你的弟弟凌霄很厉害？如果你加入剑族，不出一年时间，便可以轻易超越他。在剑族之中，比他出色的人多了太多了。娇娇。 答应他吧，凌霄突然说道。说实在的，见刘峰这人虽然傲慢无礼，但这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大家族的通病，倒不是什么大问题。他跟剑族并无深仇大恨，如果林娇娇可以家族剑族，那绝对是极为幸运的事情。他怎么能让林娇娇为了他而拒绝这么好的机会呢？可是凌霄，我很不喜欢他对待你的态度。林娇娇摇了摇头道。 那都是小事儿，把本事学到了才是真的。你不是说过，以后想要反过来保护我吗？林霄笑了笑道。可是，不要可是了。如果你是因为我而毁了大好前程，那可是会让我背上很重的精神包袱的。林霄摇了摇头道：“听话，别忘了，你可是林家的族长。如果你不够强大，以后还怎么保护林家那么多人？” 他之所以极力推荐林娇娇加入剑族，那当然是有深刻理由的。要知道，他辛辛苦苦才是下八仙山弟子而已，连上八仙山弟子都不算。而林娇娇只要家族剑族，就等于拥有了通往上八仙山的直达票，连考核都只是个过程而已。只要修为达到了，就可以顺利晋级了。更何况，一旦加入剑族，无论是资源还是武学。 都会是同辈之中最好的，哪里像下八仙山的那些弟子，为了几块雷元玉也要看人脸色。可以让我弟弟凌霄一起加入剑族吗？林娇娇看向剑流风问道。虽然对方带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可他依然不卑不亢的提出了这个要求。不行，剑流风摇了摇头道：“凌霄此人不服管教，爱出风头，我们剑族是不可能接受他的。不过你可以放心。” 只要你加入剑族，成为我剑族子弟，那么你的弟弟凌霄也会因此而受益。只要是在八仙郡范围之内，我剑族就能够帮到他。那好吧，我答应加入剑族。但是如果有什么让我不满意的地方，我会立即退出的。林娇娇很清楚、认真地说道。那是自然。剑刘峰脸色并不好看，心中更是恼火。这林娇娇把他们剑族当成什么了？ 招收不到弟子的家族吗？要饭的乞丐吗？如果不是得到了家族的密令，让他无论如何都要把林娇娇带回去，他真得想要动手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的丫头了。剑流风，你不用那么委屈。刀剑神皇武魂可是特殊武魂，我娇娇姐加入你们剑族，那是你们的幸运。现在你可以不承认，不过很多年后，你就会明白这点委屈。 根本不算什么。凌霄看向了剑流风，淡淡说道：“剑流风虽然听着凌霄的话很是不爽，但他却也必须得承认，能够将林娇娇招揽加入剑族，那绝对是非常难得的。以后的事情很难说，不过我现在就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林娇娇加入剑族一定不会后悔。”剑流风冷声道：“呵呵，倒也是。”凌霄笑了笑道：“这样吧。” 我跟娇娇姐回羽化镇一趟，处理一下家族的事务，然后就带她返回八仙山，如何？随便。不过你们小心点，魔影门的余孽还有很多，他们现在可都视你们为眼中钉，保不准会有趁机偷袭的人。见刘峰淡淡,淡看了凌霄一眼，道：“告辞，林娇娇，我在剑族等你。”言罢，他转身洒然离去，如同来的时候一样。凌霄见刘峰那人就是那个德行。 你不要介意，虽然剑族没有看上你，但我相信八大家族一定有看上你的。这一次的上八仙山考核，以你的实力，一定可以进入的。见刘峰走后，林若仙笑着说道：“凌霄最后与魔使的战斗，他是亲眼见证了的。凌霄的实力如何，他最清楚。虽然可能还不及沙漠云和赤灵儿那两大天才，但是比别人都要强大。除非上八仙山，只要两个人。” 不然，凌霄一定能够进入。我会努力的。凌霄点了点头，道：“林若仙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但终究没有说出来，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告诉凌霄，上八仙山考核对于一般弟子非常不公平，一定会打击凌霄的信心的。所以，还不如不说。告辞了，你先回去探望家人吧。”林若仙拱了拱手，转身离开。 凌霄也带着林娇娇一起离开这地下城郭，返回到了雨化镇。此时的雨化镇早已经张灯结彩，热闹非凡了。林雨化、老黑等人就守在外面。他们已经从那些归顺林家的血珠口中得知了一些事情，知道凌霄和林娇娇都没有死，而且铲除了魔影门在八仙郡的魁首。萧儿，昔日老夫对你不公，今日悔不当初，只可惜。 时光不能倒流，让我弥补曾经的过错。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一句：林家有你，真得是最大的幸运，也是最大的骄傲。林羽化激动的看着凌霄，老泪纵横的说道：“我不算什么，比起我，娇娇姐那才叫厉害呢。如今已经接到了剑族的邀请，只要去报道，就能正式成为上八仙山八大家族之一剑族的弟子了。”凌霄摆了摆手道。 以后林家怕要以他为傲了。本章完。霸天武魂第两千二百九十六章：你没资格守护他。一个是摧毁魔影门、拯救万民的大英雄，一个是被直接招收进八仙山剑族、成为人上人的天才。凌霄和林娇娇的回归，让羽化镇成为了一片欢腾的海洋。庆祝已经持续了一天一夜，镇民们似乎还没有任何停下来的意思。 不过，凌霄却已经准备动身返回八仙山了。在羽化镇，他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没有人敢违背他，因为在这里他就是最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真得很是无趣。他要的是武道上的不断突破，所以必须得不断去迎接新的挑战。他更不会忘记自己要寻找月女的事情。永生宫对现在的他而言，就是一个神秘而强大的地方。 一个蝼蚁对苍天的仰视，想要真正踏足永生宫，就必须得变得更强。现在的他还差得太远。夜深人静的时候，很多人都醉了。凌霄将林羽化和老黑叫到了房间里，仔细叮嘱了一番。林羽化暂代林家族长之位，继续管理羽化镇。然后，凌霄便和林娇娇出发了。抵达八仙郡城的时候，已经天色大亮。 让凌霄感到意外的是，剑刘峰竟然亲自在城门外等待林娇娇，这足以证明剑族对林娇娇有多么重视了。站在剑刘峰身旁的还有林若仙，同样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这二人同时出现，不由引起了许多路人的揣测。剑刘峰和林若仙同时出现，难道要迎接什么高人？当凌霄和林娇娇同时出现的时候，整个人群都沸腾。 是他，是那个摧毁了魔影门，拯救了八仙郡城的英雄。对，没错，就是凌霄。难怪见刘峰和林若仙都出现了，也只有凌霄配得上这种高规格的待遇啊。不过那少女什么来头？看起来实力低微，似乎只是半步阴阳境修为啊。那个就是觉醒了刀剑神皇武魂的女孩吧？好像叫林娇娇，是凌霄的姐姐。啧啧。 羽化镇林家这一次可算是扬眉吐气了，厉害啊！夸赞的有之，泼冷水的同样有。哼，树大招风，那凌霄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祸事呢。太招摇的人往往活不久。没错，还有那个林娇娇，区区半步阴阳境修为，踏入八仙郡城都不算什么，而进入八仙山就更是沧海一粟了。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泯然众人了。不管旁人说什么。 做什么？凌霄和林娇娇都没有太过在意。凌霄已经习惯了被人指指点点的日子，他在天龙大陆、神皇大陆和白虎大陆上都曾有过高光时刻，都曾有过被万民关注的时候，这一点场面根本不算什么。林娇娇倒是有点紧张，但是跟在凌霄身边，倒也渐渐平静了下来。在众人议论纷纷之中。 剑刘峰开启了通往上八仙山的传送阵，抱歉了，凌霄，你现在还不是上八仙山弟子，所以没有资格踏入那里。剑刘峰淡然看了凌霄一眼，说道：“我自然知道，不过跟姐姐说几句话没问题吧？”林娇娇跟凌霄不一样，她并非入世轮回武者，所以凌霄很担心她太过天真，所以将其拉到一边，特别叮嘱了一番：“你被剑族破格选入。” 必然会招致很多人的嫉妒，尤其是你觉醒的刀剑神皇武魂，那可是很多人觊觎的好东西。进入剑族之后，也并非万事大吉了，一切都要小心。如果遇到麻烦，记得来找我。记住了，不管敌人是谁，都可以告诉我。没有人可以欺负我凌霄的亲人。林娇娇很清楚，虽然她名义上是凌霄的姐姐，可实际上比起凌霄的阅历，她根本不算什么。凌霄对她说的话。 绝对不会错，放心啦，我在八仙山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不找你找谁啊？林娇娇点了点头，道，然后踏入到了传送阵内。不知所谓。等林娇娇走了，旁边站着的剑流风突然冷笑了一声，道：“林啸，你就不要自以为是了。加入剑族之后，林娇娇遇到的敌人，哪一个都会比你更加强大，都不是你能招惹得起的。” 你只要好好努力，别给自己的姐姐丢脸就行。至于娇娇的安全问题，自然由我剑流风负责，还轮不到你来多管闲事。而且你也管不了。说完话，他也离开了。看着那已经闭合的传送阵，凌霄的嘴角扬起了一抹冷笑。区区八仙山而已，还有我凌霄管不了的事情。见刘峰啊，见刘峰，咱们就走着瞧吧。凌霄，见刘峰的话虽然难听。 但是说真的，想要保护那个女孩，你现在的实力肯定还不够。”林若仙提醒道，大概是担心凌霄因为魔影门的事情而变得骄傲自满。林若仙这番话可谓用心良苦啊！放心吧，若仙执事，我比谁都明白实力意味着什么。”凌霄笑了笑道：“没有实力，任何信誓旦旦的承诺都会变成笑话和不自量力；而有了实力，” 任何笑话都会变成至理名言。看起来是我多虑了，你比我想象中的更加坚毅，也更加冷静啊。林若仙苦笑道：“若仙只是似乎忘记了，我可是入世轮回的武者，我经历过的事情，可能是你绝对无法想象的。所以，我比任何人都渴望实力。今天他见刘峰瞧不起我，以后他连给我拍马屁的资格都没有了。”凌霄冷冷道。 我现在真的是越发好奇你的过去了。林若仙看着凌霄，竟有些恍惚起来，俏脸之上挂起了一抹绯红。凌霄身体里时不时释放出来的那股霸天之气，实在是让他有些目眩神迷。你最好不要好奇我的过去，会死人的。凌霄突然看向了林若仙，表情变得无比冷漠，旋即却又笑了笑道：“开玩笑的，若仙只是对我有恩，我自然不会那么做。” 但如果是别的人，我可真是不会客气的。如果有可能的话，等我修为恢复到轮回境的时候，我会亲口告诉你我的过去。你可真吓死我了！林若仙感觉自己到现在还有些心惊胆战。凌霄那瞬间释放出来的可怕杀气，竟然让他这个修为比对方强大很多的上八仙山弟子都给吓到了。这个少年的过去或许真得非常可怕，还是轻易不要触及的好。本章完。 霸天武魂第两千二百九十七章：幽冥鬼爪夜叉。对了，若仙执事，我接下来要返回黑仙山，就先行告辞了。凌霄这一次回八仙山，可不是跟谁打情骂俏的，他是为了提升实力而来的。回去之后，他打算稍微准备一下，就打算去一趟鬼牢二层。按照宗门规定，鬼牢一层就是给阴阳境一层地狱修为乙的武者准备的。 鬼牢二层原则上要求达到二层地狱修为才能进入，不过这只是原则上的说法而已。如果是入世轮回武者，则肯定是能够例外的。他之所以想要进入鬼牢二层，是因为击杀魔使的时候得到的一封密函。这封密函别人并未看到，唯有他自己知道而已。密函之中提到了一件事儿，说在鬼牢二层又一处血池，可助魔使融合吸血妖兽的力量。 继而在修为上突破，取得更为恐怖的力量。不管这说法是否是真，凌霄都打算去试试。如今他靠着霸天子神吞噬了吸血妖兽，但如何将吸血妖兽的能量完全融会贯通，这还需要一些窍门。这封密函或许正是开启这窍门的关键，他自然是不可能轻易放过的。而且他的贡献点目前并不算多，只有一千二百点而已，需要兑换的东西。 却非常多，鬼牢二层击杀囚犯和妖兽得到的贡献点会更多一些，能赚多少算多少吧。回到黑仙山的凌霄，意外发现自己的住处竟然被更换了，原本的茅草屋换成了干净敞亮,亮的大房子，虽然不如上八仙山弟子的庄园，可却比之前的环境好了数倍。这自然是因为他修为提升的原因了，在任何宗门，你的修为越高，得到的待遇也就越好。 凌霄以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如今自然明白。冯如正在修炼，周通现在已经不敢招惹凌霄，岳仁凤更是个武痴，正在全力准备上八仙山的考核。黑仙山山主还是一如既往的神秘，依然不在山上，左右无事，凌霄便直接前往了鬼牢。如今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赶紧将体内吸血妖兽的能量转化了，否则和暴虐的妖兽。 藏在身体之中，终究不是什么好事儿。更何况他马上就要参加上八仙山的考核了，实力能提升一层算一层。眼下转化吸血妖兽的能量，就是最直接的提升实力的办法。鬼牢之外，人声鼎沸。鬼牢一层的人数尤其之多，大概是因为八仙山弟子中阴阳境一层地狱以下修为的武者居多吧。到了鬼牢二层，人数就少了很多。凌霄看到的。 基本都是陌生的面孔。据说这鬼牢一共有五层，一层对应一层地狱，二层对应二层地狱，三层则对应三层地狱，以此类推。越往上，里面关押的囚犯和妖兽实力也就越强。凌霄现在还没资格去第三层，即便是第二层，他已经遭受到了很多诧异的白眼了。很多人都觉得他现在根本没有资格踏入鬼牢第二层。如今这鬼牢。 变得这么好劲了吗？一个一层地狱修为的废物也赶上来？就是别以为摧毁了什么不起眼的小门派，就真把自己当成英雄了。其实狗屁不算。或许在八仙郡城大多数的人眼中，凌霄的确是英雄，但在这些骄傲的八仙山弟子眼中，凌霄只不过是一个不自量力而且还贪婪无耻的混蛋。这些骄傲的家伙们因为嫉妒凌霄，所以对凌霄可没什么好感。这不。 一个身穿赤红色长袍的弟子出现在了凌霄的身前，冷漠的脸上透出阴冷之意。阴阳境二层地狱后期修为，凌霄看了眼前这人一眼，知道这应该是赤仙山中的杰出弟子，最起码比之前那批参加鬼牢一层试炼的人要强大的多。实话讲，这个修为真得不差了。然而可惜的是，连一转武者都不算，凭借这种修为就想找凌霄的晦气。 他真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站住！今天鬼牢二层由赤灵儿小姐承包了，除非是赤仙山弟子，否则一律不得入内。那人冷漠的看着凌霄说道：“滚开！”凌霄懒得与这种狗腿子废话，直接说道：“你说什么？”那人愣了一下，似乎没有想到凌霄居然敢这么对自己说话，有些惊讶。“我让你滚开！”凌霄抬起头，淡淡道。 找打！那人身为阴阳境二层地狱后期修为武者，纵然不是一转武者，可在赤仙山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哪里容得下凌霄如此放肆？当即挥起一拳就砸向了凌霄。幽冥鬼爪，夜叉！凌霄的左手瞬间化作锋利的爪子，从元能手里得到的幽冥鬼爪被他施展了出来。原本这套武技就跟陨星剑诀一样。 是玉品中阶武技，只是因为非常适合紫神武魂变体形态之下使用，所以凌霄才进行了修炼。幽冥鬼爪第一式施展出来，巨大的爪子透出森然黑气，竟然浮现出夜叉凶相。这一式凌霄修炼时间不长，也没用过，所以火候只有精通水平。然而即便如此，这一爪子施展出来，仍旧是将对手的一条胳膊给废了。 那条胳膊被黑气缠绕，瞬间就被腐蚀成了枯骨。滚！凌霄收手，冷漠喝道：“再不滚，杀了你！”那人惊恐不已，转身就逃，却不小心撞上了一个人。大小姐，凌霄也看向了这个所谓的大小姐，不正是赤烟儿的姐姐赤灵儿吗？好大的威风啊！赤灵儿冷冷看着凌霄道：“没有你威风大，居然想要独霸鬼牢二层。” 凌霄反唇相讥：“那是因为我有实力。”赤灵儿冷笑道：“别以为你做过的事情，别人永远都不会知道。我那可怜的妹妹，是你杀的吧？”凌霄没有回答，他知道这个事儿迟早得暴露，所以也没打算辩解。看起来你不打算辩解了呀？”赤灵儿冷冷道：“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我可不是赤烟儿那种只会跟在男人身后的废物。” 你的话说完了，我可以进鬼牢二层了吗？凌霄淡然看着赤灵儿道：“他的这句话瞬间就在人群中激起了一片波浪。这凌霄脑子没病吧？那赤灵儿摆明了要对付他，这个时候进入鬼牢二层，作死啊！谁知道呢？或许是击败了魔使，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吧？脑子有点不够用了。”本章完。霸天武魂。 第两千二百九十八章赤灵儿的挑衅。人群中的诋毁和讽刺，在凌霄听来不过是狗叫声而已，他根本毫不在意。就像当初他得罪沙海的时候，有不少人说他死定了，可最后的结果却是他完胜归来。你有种，我可以给你进入鬼牢二层的机会，不过能不能活着出来，就看你有没有那个能耐了。赤灵儿冷笑了一声，让开了身后。 通往鬼牢二层的路，我自然有那个能耐。凌霄抬脚走向鬼牢二层，没有丝毫的犹豫。虽然赤灵儿比赤烟儿强大太多，比沙海还要更强一些，但却没有绝对压倒他的实力，他还是不会畏惧的。对了，凌霄，我差点忘记告诉你了，还记得沙海吗？刚走出去两步，身后便又传来了赤灵儿那调侃的笑意。当然，我的手下败将而已。 凌霄自信答道：“别以为你击败了他一次，就能击败他第二次了。我可告诉你，沙海不仅仅突破到了一转二层地狱修为，更是被破格晋升为上八仙弟子。得罪了他，你不可能会有好日子过的。你以为事情已经过去，其实不过才刚刚开始而已。”赤灵儿冷笑道：“你再有天赋，终究只是偏远小镇走出来的贱民而已，根本没资格和拥有贵族血统的沙海相比。” 听这意思，你是打算投入那沙海的怀抱里去了？凌霄回头笑了笑道。听到这话，人群中有很多人差点憋不住笑出声来。这赤灵儿对沙海那么推崇，还真有点不妹妹后尘，成为沙海床上新欢的意思。赤灵儿脸色一冷，旋即却又笑道：“是又如何？如今的沙海，不管是实力还是地位，都不是你能比的。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 我喜欢他，不是很正常吗？正常。凌霄笑了笑道：“如果他想要享受这奇人之福，那么最好就不要来招惹我，不然的话，我保证他不会再有复活的机会。言霸”言罢，凌霄堂而皇之的踏入到了鬼牢二层之中。赤灵儿看着凌霄消失的方向，狠狠咬了咬牙道：“小子，你猖狂的时间不会多了。外面我不敢杀你，毕竟你也算是个英雄。” 可进了鬼牢之中，你死了就怪不得我了。想跟沙海为敌，你还真不配。咱们也走。言罢，赤灵儿挥了挥手，示意其余赤仙山弟子跟着他进入到了鬼牢二层之中。他们都离开之后，围在外面的人群还在议论：凌霄上次侥幸赢了沙海，没想到会变得如此猖狂不可一世，连赤灵儿都不放在眼里了。是啊。 他很快就会为自己的猖狂付出代价了。当然，凌霄不会听到这些人的议论，不过他也能猜到，嘴巴长在别人身上，怎么议论他都影响不了。他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如果第二次面对沙海，那自然是要碾压般的取胜，才能让那沙海彻底死心，让赤灵儿完全惶恐。鬼牢一层的囚犯和妖兽。 实力最强者本该是只有一转阴阳境二层地狱前期修为，元能那是一个例外，而鬼牢二层的最强囚犯和妖兽，则是一转阴阳境三层地狱前期修为。当然，这种囚犯和妖兽一般只会存在一个，往往都会在试炼的时候被释放出来。通常情况下，在鬼牢二层能见到的都是普通的二层地狱修为囚犯或者妖兽，妖兽不会入世轮回。 但却会进化，一星妖兽就等同于一转武者，最高可以进化到十星状态，相当于十世轮回武者。可以说，凌霄孤身一人踏入这鬼牢二层，还是相当凶险的。不过，仗着太极眼，他倒是完全可以做到趋吉避凶，避开自己应付不了的敌人，专门挑软柿子去捏。而且，从入口处到最深处，敌人的强弱基本上是渐进的变化。 除非发生什么意外，不然只要你不贸然深入，就不会有太大的危险。这是人为强行划分出来的区域，除非是试炼之中，否则的话，那些强大的家伙们根本不可能到外围来闹事儿。他们都被阵法禁锢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踏入鬼牢二层的头等大事就是寻找血池，至于击杀这里的囚犯和妖兽，获取贡献点，那反而成了其次。这一路上。 凌霄倒是遇到了不少在鬼牢二层赚取贡献点的八仙山弟子，看起来之前赤仙山那帮人根本就是有意找他麻烦，并非真正封锁了鬼牢二层的入口。想想也是，就凭那赤灵儿，还没那个胆子和实力。毕竟鬼牢二层的执事都是无比强大的存在。遇到陌生人，凌霄基本不会上去打招呼，他有自己的目标，自然是直奔目标而去的。至于其他的事情。 他并不关心，林萧，你不觉得这鬼牢有些古怪吗？元尊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我也觉得有些古怪，这鬼牢应该是一种特殊的空间法宝，而且极有可能是八仙山真正奠定基础的关键。神典也趁机发表了自己的言论。英雄所见略同啊！当时的门派，要么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祖师爷，要么就必然是在非常厉害的遗迹或者强者的法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八仙山的八大家族拥有的武魂，我怀疑都是从这鬼牢之中掠夺的。凌霄感慨道：“可惜咱们迟了一步，估计连汤都没得喝了。最起码鬼牢一层除了那熔岩之地外，还真没有别的特殊之地了。这鬼牢二层，兴许就只有一个血池，竟然还是通过魔使那家伙的密函得知的。”程飞鹰，凌霄一边跟元尊和神典聊天，一边寻找血池的下落。 却偶然之间看到了距离这里大约一里地的地方，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与一头恐怖的巨兽搏斗。此人正是程飞鹰。如今的程飞鹰修为已经突破到了一转阴阳境二层地狱前期。当然，出手的并非只有程飞鹰一人，除了程飞鹰之外，还有其余数十个人，个个看起来修为竟然都与程飞鹰不相上下。这应该都是程仙山的弟子。 而且都是二层地狱修为的弟子，他们面对的巨兽拥有一星二层地狱中期修为，战斗力非常彪悍，即便几十个人围攻，竟然也无法将其拿下。这些天才战斗力不错，经验也不错，可那巨兽皮糙肉厚，实在不容易对付啊。本章完。霸天武魂第两千二百九十九章：血池修炼与程飞鹰同行。凌霄无意插手别人的事情，直接绕了过去。 径直赶到了血池那里，血池附近有一尊强悍的囚犯把守，他此时就浸泡在那血池之中，仿佛非常惬意的吸收着血池之中的能量。看到凌霄出现，眼中透出了一抹轻蔑的笑意，又有送死的来了。小子，滚吧！爷爷我今天心情不错，没杀人的意思，你算是捡回了一条小命，可以离开了。那囚犯摆了摆手，就像是。 赶走一只蚊子，凌霄却没有与他废话。囚犯的修为是二层地狱中期，但却不是入世轮回武者，他根本不惧。踏月流星步施展出来，他的身形化作一道电光，坠入血池之中。而后，那囚犯的眼珠子就凸了出来，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死的。明明看着不怎么强大的对手，怎么就能一招将他废掉？他不理解，没关系。 凌霄也不需要他理解，随后将他的尸体扔了出去，而后钻入到了血池之中。血池之内，能量涌动，透着无比血腥的气味。一般武者还真承受不了这样的气息，但凌霄好歹是拥有杀神白刃武魂的人，什么尸山血海没有见过，怎么可能会被这区区血池的血腥味所吓倒？他沉浸其中，很快就进入到了修炼状态，体内的吸血妖兽。 遇到这鲜血，仿佛要活过来一般，可是却偏偏被霸天武魂压得死死的，只能不断的将自己的力量输送到凌霄的身体之中。凌霄能够感觉到，随着吸血妖兽的力量被渐渐融合，二层地狱的大门也在缓缓开启。与第一次开启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开启尤为艰难，而且从地狱之门中释放出来的那种扰乱修炼的力量，也比过去更加强大。 凌霄必须得小心应付，才能避免自己走火入魔。与此同时，血池的血水也在不断变少，仿佛是被消耗了一般。当第二层的地狱之门开启到将近一半的时候，血池的血水已经完全干涸。凌霄不由叹了口气，终究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看着头顶尚未完全开启的第二层地狱之门，他缓缓站了起来。如果是魔使，恐怕已经突破成功了。 而我的突破所需的材料比别人多了很多啊，这恐怕就是每一次突破都会始终比别人更强的代价吧。上天果然是公平的，不过现在即使没有突破，凌霄的实力依然是比之前强大了不少。他站起身子，准备寻找一下，看看这鬼牢二层之中还有没有别的血池存在。如果再有一个类似的血池，那么就基本上能够突破了。 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方才发现程飞英就站在不远处的地方，双手抱着兵器，警惕的看着四周，那样子分明就是在给他护法。飞鹰小姐，干嘛对这家伙这么好？他可是得罪了杀族的人，迟早不会有好下场的，别被连累了。人群中传来反对的声音：“就是啊，飞鹰小姐，这小子竟然一个人跑到鬼牢二层，简直不想活了。他都不想活。” 您干嘛替他护法呀？又有人道：“都给我闭嘴，这是我的事情，你们不愿意留着就继续前进，做你们该做的事情去。”程飞英冷冷喝道。听到这番对话，凌霄心中有些感动。虽然他在血池中修炼的时候布置了阵法保护自己，就算没有人护法也不会出什么事儿，但程飞英这番好心，他却是真得很感激。他抬脚走了过去。 这一次才仔细看了看跟程飞鹰在一起的这些人，年纪最大的也不过就是二十岁，最小的只有十六七岁，但修为竟然基本上都在阴阳境二层地狱，有几个还是入世轮回武者。这恐怕才是程仙山的中坚力量吧？不是上一次参加鬼牢一层试炼的那些小鬼。飞鹰姑娘，多谢你的好意，我已经修炼结束了。凌霄的声音响起，程飞鹰扭过头。 先是露出了惊喜之色，不过旋即却带着几分埋怨的表情道：“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里可是鬼牢二层，如此这般修炼，很容易就会把性命给丢了的。”虽然他的声音很严厉，但凌霄却能听出其中的关心，笑了笑道：“凌霄受教了，以后绝不敢这么做了。”这还差不多。程飞鹰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你好像也不是这么容易就接受错误的人啊，怎么转性了？” 谁让我对你印象不错呢？凌霄笑道。他却不知道，自己在这边跟程飞英有说有笑的时候，那边程仙山的一群弟子们却个个咬牙切齿，极度的发狂。在成仙山，程飞英就是女神一般的存在。如果追求程飞英的人是上八仙山的弟子，他们也就认了，因为本来就不如别人，也算心服口服。可凌霄算什么啊？区区黑仙山的弟子。 在下八仙山中也是排名最末的，他们就是瞧不上眼。你怎么也变得这般油嘴滑舌了？程飞英俏脸绯红，一想到自己竟然被爷爷承诺许配给凌霄，后来又悔婚，他就觉得有些遗憾。其实凌霄比起那沙漠云，不知道高出了多少。爷爷也是被沙族的名头给吓住了。我说的只是实话而已，怎么就油嘴滑舌了？ 凌霄不由摇头苦笑道：“行了，不说这个了。我看你也没有帮手，不如就跟我们一起走吧。这鬼牢二层不比鬼牢一层，可是处处危机的，多些人也多一些照应。”程飞英主动提议道。凌霄想了想，程飞英之前帮他护法，他要是不答应，未免太不给对方面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程飞英怕是下不来台。再加上此行的确危险。 如果能够跟程飞鹰联手，搞不好还能走得更远。念及此处，他便点了点头，道：“好吧，飞鹰姑娘有这好意，我若是不答应，那未免太不识抬举了。”程飞鹰笑道：“我还担心你会拒绝呢，放心吧，我们不会成为你的累赘的。这些可都是高手，哪一个都比我先踏入二层地狱修为。”飞鹰小姐，这样恐怕不妥吧？这么一个人跟咱们走在一起，那可是会成为累赘的。 成仙山的人群之中，本就有对凌霄嫉妒到发狂的人存在。这会儿忽然看到凌霄竟然厚着脸皮要跟他们一起上路，简直不能忍了，便多说了一句：“本章完，霸天武魂第两千三百章宗门秘闻，被囚禁的灵岩。”程飞英淡淡道：“在上一次的鬼牢试炼中，凌霄可是救了我，救了成仙山数十个弟子。他的实力毋庸置疑。” 怎么会给咱们添麻烦？那可未必。上一次只是鬼牢一层的试炼，这一次可是在鬼牢二层，而且咱们有自己的事情，让一个外人掺和进来，总是不妥吧？没错，咱们都是地品天才和玉品天才，这小子算什么？就算是恩人，也不能如此妥协啊！带个拖油瓶，那算怎么回事儿？又有一人道。此时的程飞英脸色变得非常尴尬。 那些人瞧不起凌霄，就等于是瞧不起他程飞英的眼光，这对他而言简直就是一种羞辱。而且朋友被自己人诋毁和瞧不起，让他感觉到一阵愧疚。对不起，凌霄，我没想到会这样。程飞英知道自己刚刚有些太鲁莽了，欠缺思考，不怪你。狗眼看人低的人太多，也没法子。凌霄淡然笑道：“经历了太多此类事情。” 凌霄早就已经看淡了，他是不可能为了这么点小事生气的，气坏了身子可是自己的。不过他那一句话却是让成仙山的人气急败坏，其中一个急性子的壮汉直接跳了出来，指着凌霄的鼻子骂道：“小子，看在飞鹰小姐的面子上，今儿你只要从老子胯下爬过，老子就放过你，不然的话，一定揍你一顿，让你知道厉害。”凌霄轻笑一声。 径直走了过去，突然出手，一脚将这足足有两米的壮汉一拳轰得弯腰，而后双拳砸,砸在对方的后背上，将这壮汉轻易打得趴在地上无法动弹，而他则直接坐在了对方的身上，笑盈盈道：“程飞英是我凌霄的朋友，你们敢侮辱他的眼光，我可不能客气。”这一幕让程仙山很多弟子惊愕不已。那壮汉虽然在他们这些人里面。 实力只能算是中下，可居然如此轻松就被凌霄打趴在地，足以证明凌霄这家伙的实力可是极为可怕的。现在还有人说他会成为累赘吗？程飞鹰冷冷道：“此次来鬼牢二层，咱们虽有任务，但加入凌霄的话，不仅不会降低战斗力，反而会提升战力。而且这次的任务总指挥可是我，你们难道想要抗命吗？”他本来不想以权势压人。 毕竟大家都是成仙山的弟子，可这些人如此不把他放在眼里，就让他十分不满了。老虎不发威，真当他是病猫啊！众人听到程飞鹰的话，才回过味来。他们可以不怕凌霄，可以不怕程飞鹰，但却绝对不能违背成仙山的命令。否则的话，一旦离开鬼牢二层，那将死无葬身之地啊！自此，他们不再吭声，任由程飞鹰做出决定。 但有好几个人对凌霄却是投出怨毒的目光，显然已经有了恨意。凌霄毫不客气的回敬他们冷冽的杀意，吓得那些人急忙低下了头。说到底，凌霄也不过就是十几岁的年轻人而已，纵然已经入世轮回一次，可年轻人的血气方刚自然是不会少的。年少轻狂，如果年轻的时候不狂，老了自然是会后悔的。哎，看到你。 就让我想到了昔日八仙山一代绝顶天才，或许唯有他可以与你有一番抗衡。程飞英和凌霄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两人聊得依然非常高兴。哦，那人是谁？凌霄心中其实已经有了答案，不过他还是想要问一问，确认一下。程飞英叹了口气道：“那人的名字现在已经成为了八仙山的禁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他叫林岩，果然是他。凌霄心中暗道：如今下八仙山的天才之中，除了你之外，我实在看不出有哪个能够与他相比的。传闻那林岩也曾是黑仙山弟子，之后晋升上八仙山，一路平步青云，靠着恐怖的修炼速度，最终打服了八大家族，成为了八仙山的掌门。只可惜，唉，后来的事情不提也罢。 宗门的试点之中都有记录，程飞英叹了口气道：“比起灵岩，不管是沙漠云还是赤灵儿，简直都不值一提。”哦，听起来你似乎对灵岩很是崇拜啊。”凌霄笑着问道。“那是当然了，灵岩可是堪称八仙山史上最强的一代掌门，唯有他一人修炼到了轮回境，你说强大不？”程飞英越说越激动，或许是出于对凌霄的信任。 就没有了什么顾忌，继续说道：“此人资质超绝，怕是已经达到了仙品天才的程度。这在八仙郡城乃至整个玄武大陆都是最强大的资质。反正我是没听说谁拥有,有神品资质。入世轮回之前，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就已经晋升到了夺命境了，这得多么恐怖！当时的八仙山上下，修为没有一人能比得上他。如果不是他那个时候。” 不愿意造反，感念于八仙山的培育之恩。这八仙山早就跟他姓了，因为他一人就能灭了整个八仙山。听到这里，凌霄不由感慨：看起来在羽化镇林家的时候，林岩是低调了，恐怕就是不想被八仙山察觉了。而且那个时候，林岩给他的令牌也只是普通八仙山弟子的令牌，没有林岩本人的标记。当时凌霄还奇怪呢。 以为林岩藏私，现在想想，林岩分明就是怕给他惹上麻烦，才没有那么做，也算是用心良苦了。此人的资质的确堪称仙品天才，与天海霸图、凤飞叶等人都是一个档次的。他既然已经达到了那种修为，这小小的八仙郡应该不值得继续留下了吧？凌霄好奇的问道。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外界传言说。 灵岩是为了八大家族所持的八种法宝才留下的，那八种法宝不仅拥有极为强大的效果，而且还附带了八仙山八种最强的武学，可以说是八仙山的立派基础。程飞鹰解释道：“真是可笑，以他的修为，什么法宝强行夺过来就是了，犯得着那么麻烦吗？”凌霄不屑的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这里头恐怕牵扯了一个大秘密，只可惜。” 林岩已经没有机会为自己平反了，程飞英叹了口气道：“怎么个说法？”凌霄好奇的问道。他知道林岩在羽化镇神秘消失，可究竟去了哪里，就一无所知了。不过听程飞英这意思，好像知道林岩的下落呀、啊。本章完。